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要进行报告事项。因为人员还不足嘛。现在有点。哦，好，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9月19日星期一上午9:04至10:53，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委员坤泽等15人，主席李坤泽委员。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出席投票委员15人，发出票数15票，开出票数15票，有效票数15票，无效票数0票。各委员的票数如下：李坤泽委员5票，郑宝清委员5票，陈雪生委员5票。李坤泽委员等3人得票数相同，经抽签结果由李坤泽委员、陈雪生委员当选。选举结果，李坤泽委员、陈雪生委员2人当选为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无意见？好，没有意见。好，议事录确定。我们现在介绍在场委员：陈欧珀委员、郑宝清委员。我们现在介绍列席人员：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洪模，副主任委员严九荣，副主任委员高福尧，主任秘书苏明通。好，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边。现在请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吴洪模报告业务概况。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洪某今天列席贵委员会，向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业务推动，并聆听指教，深感荣幸。本会为政府采购法、技师法以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本会一直秉持着专业热忱的态度，服务各相关产业以及各采购机关。105年度列管199项重大工程建设计划，截至105年7月底，预算执行率为98.82%，较去年同期提升0.61%，对于促进产业发展、活络经济提供了正面的协助。以下仅就本会近期重要的工作推动情形，向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敬请不吝指教。首先，我们要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共参与的建设环境。有关业者反映资讯服务采购机关锁定底价过低，现行不良厂商拒绝往来制度不符比例原则，以及技术服务采购计费方式费率的建议等，我们已经多进行检讨，并严拟修正相关政府采购法令，以回应各界意见。另外，为鼓励机关灵活善用采购策略，本会提出5大配套措施，以利重大工程建设采最有利标，评选有能力履约的优质厂商，预定在9月底前发布2项作业要点。另外，为避免厂商剥削劳工薪资，本会劳动派遣采购企业范本已经明定劳工薪资、加班费、差旅费等相关的劳工权利条款，以确保我们劳工的薪资权利。为了鼓励我们的产业创新，本会已经邀集国发会、财政部等相关部会，说明采购法之配套机制以及相关措施，协助机关采购创新产品，并于政府电子采购网设立青年创业专区，以增加青年新创团队的产品
能见度。就采购争议处理部分，我们持续加速处理申诉调解案件，并办理相关教育训练，其能协助机关正确适用法令，提升行政效能，减少争议。此外，提供法院检调相关公共工程技术鉴定以及咨询，以提升工程案件之审判水准。那么第二大项是有关政府采购电子化业务，我们持续推动电子领标以及共同供应企业网络订购，并推动公开取得电子报价单等创新便民服务，以利厂商参与政府采购。那么第三项是办理政府公共工程计划的经费审议，我们工程会配合国发会以及主计总处，完成了106年度先期作业审议，提供工程经费方面的专业意见。截至105年7月底，本会已经完成58件的基本设计审议案件，核列新台币395亿元。第四项是我们办理地方政府公共设施灾后复建工程经费审议，在105年度到现在，我们已经审定3项复建经费，包括0206的台南地震，以及6月豪雨复建工程、7月的尼伯特台风复建工程。此外，还有最近的莫兰蒂台风等，我们都会加速来进行相关的复建工程经费审议。第五大项是协助台东尼伯特台风重建事宜。尼伯特台风这个重创了台东县，我们也透过了我们行政院整体的救灾资源平台，协调各中央机关、各县市以及台东县政府，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卫生管线的抢通，以及灾区的环境清理工作，让灾区的正常生活能够迅速的恢复。另外，为尽速展开相关的灾区学校重建，本会也加速了复建经费审议作业。第六项是我们强化新兴计划管控，以加速公共建设投资。在106年新兴公共新兴的建设计划，我们希望它能够有效来执行，带动我们国家的经济成长。本会已经要求主办机关针对新兴计划盘点开工前主要的行政程序，还有关键的里程碑，定期检讨执行情形，如有落后就会在我们的公共建设督导汇报中专案来督导。所以我们预期明年的公共建设的工程的进度跟品质会有比较正面的提升。第七项是技师以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辅导，在105年从1月到7月底，已经完成技师换照271件，新申请登记营业的技术顾问公司总共有28家。另外，为提升本会资讯系统，将建置第二代技师以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资讯系统。此外，我们为提升国家的技师考试及格者的职业能力，本会也会同了考选部规划技师分阶段考试制度，将实务历练纳入技师的考试程序，并且选择大地工程技师从105年起优先来办理。那么第八项是协助工程产业全球化，本会为激励工程业者能够开拓海外市场，强化其营建的能力，策略性的补助业界海外扩点目标市场的初期成本。我们在8月底总共已经设立了18处的海外据点，那取得海外的工程标案是12件。针对争取海外工程标案所需的知识技能，办理工程产业全球化教育训练课程。另外，协助工程产业赴海外发展之融资取得，本会也邀请了相关单位，包括金管会等，召开会议，就连带平台的运作进行深入的讨论。
那么第九项是提升公共工程技术水准，本会透过建筑施工纲要规范、工项编码、价格资料库以及电脑经费估价系统等，作为工程产业界规划设计之辅助工具，以及我们的技术资料库成为工程效率品质向上提升的重要的利器。最主要我们要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质，本会也同时建立了公共工程导入建筑资讯建模 BIM 并技术推动平台，择定示范案例，并预定年底以前完成作为手册，推动公共工程运动并的技术。此外，我们要协助教育部加速我们全国的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以及设施设备的改善计划。我们跟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在105年10月底前，我们会核定各直辖县市政府补助计划，以力加速推动执行校舍的补强工作。第十项是建构我们公共工程创新产品公平公开交流的平台。我们以往我们有很多的好的材料设备技术工法，但是他们都没有交流平台，所以业界对这一方面非常困扰。我们为了要鼓励公共工程运用创新产品，我们也着手建构交流平台网页，鼓励机关能够接受新的这个工程技术，增进对创新产品的熟悉度。厂商也可以在交流的平台当中了解机关的需求，强化它本身产品的功能，这个是一个创造双赢的一个友善的平台。那么第十一项是加速公共建设计划推动扩大内需，105年度列管199项的就是2亿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截至105年7月底，我们总预算达成率是41.82%，这个跟力往的执行稍微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在督导汇报列管最终各计划执行情形。另外，为掌握各类型重大公共建设进度，适时的协助相关困难，我们近期内已经分别的访视交通、能源、生技等重大公共建设提升整体的执行绩效。此外，我们就改善公共工程不当延迟付款，本会除建立通报系统受理厂商通报之外，我们每月也透过资讯系统主动筛选付款异常的案件，适时召开检讨会议，以督促机关能够早日付款。第十二大项是健全公共工程品质管理制度，我们本会已经精进了施工查核制度相关的措施，同时也要求全国施工查核小组加强材料抽验，并针对异常状况的厂商等不同的项目办理工程施工品质查核。105年到7月底止，我们全国各机关整体工程施工查核的成绩列甲等以上的比例是52.27%，这个较104年同期稍微有提升。另外，在查核成绩列丙等比例的为0.37%，这个也较去年同期稍微有减少，所以整体的公共施工品质持续稳定提升。我们在本会也提供了多元多样性的公共工程品质管理教育训练，尤其是针对地方机关或中央非工程专责机关基层承办工程人员的相关训练，我们希望能够增进他相关的采购及工程的知识以及管理的能力为了让我们工程主办机关、建造单位以及施工厂商加强注意公共工程职业安全卫生，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本会已于全球资讯网提供民众查询相关重大职灾资料，并提供各机关评选最有利标厂商的重要参考。那为提升我们公共品质的施工品质，本会建制了全民督工通报系统，并且在全民督工智慧型手机 APP 通报程式增加提供民众通报与查询在地工程的功能。
那第十三项是列管闲置公共设施活化情形以及协助活化措施。本会在扩大列管范围这一部分，我们增加列管地方自筹经费新建以及民众通报闲置案件，累积列管闲置公共设施共391件。那么为督促地方政府确实提升公共设施使用情形，降低闲置空间的可能，本会建立指标考核闲置公共设施活化情形，考核结果将作为相关计划主管机关往后各年度酌予扣除补助款之依据。那么第十四项就是我们要推动公共工程施工厂商履约情形记分制度，为辅导厂商主动重视履约过程以及争取良好的商誉，因此我们推动了履约情形记分制度。我们希望记分的资料数据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规模，就是它的覆盖率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我们就会作为而后政府采购选商之重要资料。这个未来也能够协助我们各采购机关选择具有履约能力的优质厂商。那么最后是结语，面对我们社会大众对于公共建设各方面的要求及产业界对于工程环境的期待，我们会积极推动政府采购法之修法以及强化公共工程品质、技术进度之精进措施。以后本会将持续以宏观的态度，秉持服务导向的精神，倾听民意，充分沟通，务实的解决问题，与产业界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提升国家的公共工程品质，建构一个清廉、公正、优质、合理的工程采购环境，让政府以及所有的工程人员获得人民的信赖，以利我们公共建设永续发展。以上报告，敬请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先进指教，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下列事项：一、询答时间，本会委员10+2，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二、暂定10:30，休息10分钟；第三、委员发言登记于10点截止；四、各委员如有提案，请于10点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第五，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委员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宝清委员发言。主席，我请工程会吴主委。请吴主委。主委早上辛苦啊！这个今天早上我们来登记的时候好像前10个都是民进党。那个我们委员就说，好像我们是跟以前在野党一样，这应该知情还是在野党的事情哦。但是啊，主委，我想有一些问题还是要请教你哦。这个我们工程会啊，是负责监督台湾所有的重大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基捷开始哦，机场捷运，那么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基捷，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实在差太远了。咱做20年呢，我唔知影讲我20年前伫做立法委员的时候，讲要做基捷，就发包，结果做20年了，我即马离开立法院14年又回来，还没有完成。你看，阮囝读小学3年级，即马去美国留学做律师啊呢。你看这个太离谱的事情了，你看人家全世界，你看，人家成田也好啦，香港也好，曼谷也好，人家都在很短时间都完成。诸位啊，这个基捷的什么时候可以通车，有控制到吗？你了解吗？是，谢谢我们郑委员哈。这个桃园这个基捷啊，我们在上礼拜也有实地去访视。那这个是一个功率，掌握它什么时候会完成？对，交通部他们是期待在年底能够稳定度提升到99%以后，就能够
进行测试跟通测。开始营运是吧？现在的稳定度是96%，九十六，那到九还差3%，对不对？那你在工程的控制里面，在你们监督里面，它可不可以完成？对，我认为它这个是可以达成，这个标准不能降低。换句话说，99%年底前可以完成就对了，是吧？他们朝这个我了做巡顾啊，这才拍摄。这样哎，那那钢顶好不好？等我再出个新上任啊，你有心要做事情，希望能够积极帮协助啊，让这个桃园。机场直接能够赶快通车，是，好不好？来，那我们接着看哦，这个金门大桥，这个金门大桥是因为国登解约了哈，终止契约，对不对？朱委员知道这事情吗？我知道，知道哈。来，那这个哦，他后来我们可以看，我们2012年要完工的，就到现在延宕到2020年到2011年啊，这样算起来哈，大概9年才盖好一个5.4公里的这个跨海大桥。这实在讲是一个国际笑话了，注意力感觉是，我是觉得这个金门大桥也延宕很久，那这个交通部已经解除原来的这个厂商契约，预计在10月初要再上网公告。那可以顺利动工吗？对他们，我们鼓励他用最有利标的方式选择有能力履约的厂商，这个我们会协助他们。好了，我先。好，最有利标了哈。是。那最有利标，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法律上已经有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最有利标的比例哈，我想就是其实任何的管理都一样，就是要讲目标嘛哈，目标管理。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最有利标现在只有 1.22%， 占所有工程的1.22%，对不对？那你现在讲说最有利标，朱有没有定个目标说希望新的年度？或者在你上任之后能够增加到多少？有跟政委员报告，我们今年底要达到12%，明年要达到20%，以后每年逐年提升10%。不过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来年底不是这个叫目标，就是年底要到12%，对不对？哎，是。那什么到20%？明年底20%，然后再到第三年，后年30%，30%。那这个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急转，它因为大部分都在使用。这个曲线会比我们预期的还乐观。朱委员，你现在定目标就是要达成的，目标不是定完的了啊？是，我们现在就全力在辅导，是全力辅导，就是要最有利标。那我现在请教一下，我们的最有利标其实当初一直被受到很多诟病，就是因为啊，最有利标常常就是调查局会来调查啦，什么地检署会来找麻烦啦齁。那最主要说，我们公共委员会有没有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所以造成了这个地方的。就是我们比较基层的公务人员，他不敢用最有利标，他用最简单的，这个价格标就好了。我注意我的讲哦，这个采购啊，我跟你讲哦，是我在第三届当立委的时候啊，我提出来的。那时候行政院是阻挡我的法案的。后来因为立法案有个制度，就是有个委员反对的话，案通通不能进委员会。那个时候了哈，所以我就不停的背个立法案的所有的法案，所以后来啊。行政院长那时候是连战，才答应我说让我的案复委，那时候是有这个过程。当初采购是全台湾第一个写的，全台湾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啊，但是那时候我就考虑到说那个价格标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特别在我们在协商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最有利标，但是通通没有在用。所以朱委，你现在定要12%，到明年20%，到后年要30%，这个目标啊，显然是比原来的高很多。但是可以不可以达成？是啊，跟政委员报告，我们首先是针对巨额工程，就是2亿元以上的啊。这个因为巨额工程它有非常高的预值性，所以这个一定要达成啊。这个我们会全力以赴。另外，这个刚刚政委员关心的，要让基层的公务员能够敢用有利标，这个我们在源头管理这一部分，就是说在采购机关它的采购合议这一部分机关就应该做出决定，而不是让一个承办人员啊，一个个人的公务员去承担分析有利标的好处，才选择有利标。所以这个我们在现行的作为相关的办法里面都有定班啊，能够到各机关能够来遵循。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就是金门大桥它是接系工程嘛，对不对？对，就上面完整说有接系嘛，对不对？对，是不是？朱委这对不对？对，那金门大桥他现在决议以后，他就重新招标，对不对啊？对，他重新招标，对，他接戏嘛，好来。我看到一个很离谱的案子，是我们工程会出了问题，来，
工程会履约争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家公司叫永安渔港的疏浚维护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啊，它落后了34%，落后34%，所以中油就解约了。就中油解约之后啊，他就跟他罚款，要跟他罚款了、哦。哎，他、啊、要跟他罚款，结果啊，这个厂商向我们的工程会啊申诉，就厂你们啊不明就里，就说他没有错。结果、啊、他本来啊要跟他罚6800万，现在回过来这家厂商啊告中油。告中油，好，那中油怎么办？工程要完成了，怎么办？所以既然你们解释了，他就讲说好，那就用结案的方式，就是那个案已经结掉了。原来的工程继续招标，这就不是接续工程喽，他就又重新招标，就更离谱的是，还是这家厂商得标。嘿嘿，注意啊，你认为说你们的判决没有问题吗？啊，这个跟郑委员说明哈、嗯，他们这个厂商申请这个争议调解，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委员会，那选派委员进行调解，其实他就是针对两造之间，他们可能就会就他的啊这个有疏忽的地方啊进行厘清查处，这个就是说在很多的工程的延宕或者说疏忽。事实上在采购机关的源头可能他在采购的相关规定没有规范的非常清楚、哦、那有一部分是厂商后来履约过程当中他有非常大的责任，所以他们是综合做一些专案的判断，他没有做完他的工程不是接续、哦嗯、是重新招标、欸、注意你刚刚不看这很奇怪很离谱啊，金门的工程是延宕所以解约所以接续工程，现在这个是也是延宕他跟他解约了，结果怎么样？哎、欸，现在反而被告，当然罚款是6800，罚剩1000多万了哈，也是罚款了。但是问题是他又回来标，他又得标。哎、欸，注意这干无问题。是，这个就是他们在采购机关哦。我刚刚在之前也跟我们政委员说明，他如果用最有利标方式，原来厂商不可能得标。因为采购机关已经认为你没有能力履约了，他就不可能让他得标。但是、啊、所以这种奇怪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希望说，很多重要的工程一定要用很多因素去判断这个厂商他到底有没有履约能力，你才能够跟他签约。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整个社会是改变的速度很快，是改变速度很快啊。你看，所以我们用一个什么，用一个电子商务的专家叫唐什么？哎、唐凤当政务委员，哎、欸，他的学历国中毕业都没有，但是就表示速度变化很快。那变化很快，我们很多产品是要创新的产品，对不对？但是现在创新产品没有个机关敢开标准啊，没有个敢开说我这个标用创新的东西来做，因为很快就会被移送法办，也没有标准可依赖。现在问题是工程会要负起这个责任。就对创新的产品要怎么处理了哈？我想主委，我现在跟你报告，就回去。我想这两个案你都要帮我，要给我一个好的报告了哈。刚刚提到那个案，还有这个创新的案。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统包，就是由中央信托局来统包。现在我看到你提出来啊，要用台银来采购，对不对？台银采购部来一起来采购，对不对？这是好的方向。以前做的不好，是因为人的问题，并不是制度的问题。但是你要统包啊，要去。统一采购啊，它有很多困难的地方。那我请教一下，你现在你的制度跟以前的中央信托局有什么不同？如果是统包跟一般不一样，就是说它从规划设计一直到施工履约，啊，到最后不是，你现在统一采购，问你的是统一采购。哦，统一采购。哎，对。哦，对，就是你定个标准，要的东西就直接用这标准去采购就好了。对，那你跟以前的中信局有什么不一样？对，现在这个统一采购是比较单纯的那个采购案件，就是单纯的采购案件啊，就是一些包括可能是财务啊、哦、这一部分用的最多，财务对，或者一般的用品是吧？对是，就是用统一采购。那你跟以前的中央信托局有什么不同？你又回到以前中央信托局的这个制度里面吗？对，现在可能是在整个一个。共同供应也好，统一采购也好，它因为它量大，它可能就是价格会比较便宜嘛，
就是都、就是以这种基本的精神去处理。诸位，我们希望你们公司能负起责任了哈。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厂商啊，其实在开拓国外市场都面临很大障碍。那诸位，你认为这个厂商，公司会可以怎么样帮他们，可以到国际上去做竞争？对，在厂商迈向这个全球化国际哈，其实它会有三个面向要特别协助的，一个就是人力，一个就是财力，一个就是资讯，这三个我们就要协助厂商，尤其是资讯的取得要非常的快速，才有办法回应我们很多外国他们各国不同的需求，那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能力去做一些先期的一些规划。因为诸位，因为没时间了哈，所以第一个对那永安书店的工程给一个报告。第二个你要怎么达到12%、20%、30%，那给一个方法好不好？给一个报告。我们会用书面的来好再书面给我来回答我们那个政委。好，郑委员发言完毕，现在请陈欧波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吴主委以及两位副主委。请吴主委及两位副主委。陈委员好。主委哈，就任四个月了哈。是。那我想起主委之前是担任我们高雄市的副市长。那高雄市有一个特色就是招商了哈，很成功，活了整个高雄市的各项的经济的活动，那也增加了一些民间的投资。那觉得说高雄市这几年来的发展呢，真的是有动起来哈。那我们反观整个台湾呢，其实这几年经济的一个衰退哈，投资不足了，造成这个所谓的工资低落以及失业率高哈，这个是台湾普遍的现象。那其实我个人呢，对于这个公共建设了哈这方面的领域，其实参与很久了。我本身我也是公务人员出身，我这几年呢、我一直想不透的哈，就是说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子一个政府的角色才是适当的，让我们这个国家整体的经济能够起飞？那我们政府有出三法，这促进民间投资这个公共建设法这个法呢，事实上各单位呢配合度并不高我不晓得主委知不知道了哈。那这个我想我举 几个例子来跟你探讨。那我现在就是要跟主委沟通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大家投资台湾，那一定要松绑法令，要提高这个投资的诱因，不是自己绑自己。现在我们有这个促参法，结果呢，各相关单位呢背道而驰，这个令我呢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政府自己做的 BOT 案、OT 或者是 RT、ROT 这些案子呢？弊端重生，感觉上就是图利在财团，所以呢，很多案子做不好，美和式的案子、大巨蛋的案子，这个在人民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呢，刚好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这个主委来自高雄我想我必须要提醒这个主委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这几年的绩效不错，至少在这个公共工程的纠纷上，我们大概80%以上的一个调解成功的案子，我想严副主委比较清楚了我们也接受到很多案子的一个调解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很多是来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官僚文化也好，或者是说一种不负责的一种态度了反正就是说一切就以诉讼搞得这个民间也不敢来投资。那有办法的人就是政府跟这些财团在交相利嘛，所以我这里举个例子请那个主委跟两位副主委注意这种问题的存在。如果其他单位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你们应该去纠正他们那第一点这个民间业者投资提供投资的证明要参与公共投资，
结果呢，我们政府把它打回票，这个是3亿美金的一个投资证明呢。哦，来，这个案子我再讲一下。这个案子就是有一家公司，他申请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投资台北商港物流仓储区的一个仓储基地的新建，它的包括它营运跟移转，这字体的了哈。那我们呢，交通部呢回一个文给他们，就说他跟不符政策需求呢，应尽力驳回。什么叫政策需求？在今年8月25日的时候，我先讲。国发会之前的建议说，国营事业呢，检讨加码公共建设投资动能，发挥点火效用，带动民间跟进投资，以刺激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个是国发会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在今年8月25日，行政院的第3512次的会议也扩大投资方案，特别提到政策的主轴要。优化投资环境，要激发民间投资啊。那有什么效益？短期可以发挥景气提振的效益，因应国际景气疲弱的冲击；中长期可以打造一个下一代的产业，厚植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诸位，政策这么明显啊，结果你知道我们的交通部了、啊，交通部我们所属的啊台湾港务公司，他们是怎么在做的？他竟然说，本案涉及商港公共基础建设，该基础设施依商港法应由政府委托商港经营事业机构新建及维护。简单来讲说，交通部就是，你反正这个事情，台湾港务公司可以做，因为台湾港务公司国营事业，那不用民间来提，好。那这个过去我们常常讲，民间能做，政府就不要做嘛。那现在不是哦，是政府抢着做，抢着位置占了，也不做，他也不做。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说，政府要做的应该做什么事情，不是以民间争利，政府应该带动民间的投资来做这个事情。我希望这个案子哈，那个主委好好去谈了，因为去注意哈，因为不止这个案子了哈，因为我发现到好多案子都这样子。我请问主委哈。在1990年4月25日，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里面有提到一个公文哈，就是这个公文啊，商港法跟促商法适用处理原则讨论啊，结果呢，这个是结论，就是促商法应优先适用促商法的规定，就是说如果跟香港法有些啊不一样的时候呢，促商法是比较位阶比较。适用的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公文不晓得有没有效，诸位？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公文是政府发的，当然是有效。还有效吗？哈，这90年的，我要举这个例子来讲哈，我不是特定的，因为现在民间有很多金钱，有民间的那个资金，他要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建设，像国外，哦。韩国他们也来拜访过我，像 PPP 的案子，就是民间自己出资、自己新建、自己营运管理。那我们现在民间要投资自提的一个 BOT 的案子或 OT 的案子呢？其实政府应该，哦，就像你们之前我们的政策的拟定的方向，奖励民间来投资，而不是说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哦，刚刚讲的台湾港务公司来做，或者是不做，站在位置那边。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办？怎么有办法促进民间的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第二点就是说，你要去防范一点，就是说政府自己办的 BOT 案或 OT， 或者是 ROT 的案子，这些我们执行的单位到底有没有违背合约公告合约的精神，在预约的过程或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图利带财团，大让利给财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哦，我想这个要。来，同时来进行，否则的话，民间不敢来投资。我跟政府没有特定的政治人物或首长没有特别关系，我不敢来投资。哦，所以你这个要查清楚，因为大家按照这个制度来走，啊，奖励该奖励的奖励，该松绑松绑。那民间来投资的时候，就意愿就高了。
哦，我想这个部分呢，请那个主委哈，是不是政策上我们现在确实有新按照这个我们今年8月25号林前院长主持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要求是。非常感谢我们陈委员齁对于这个促进民间参与投资齁这方面的关心。我觉得激发民间的投资齁优化我们投资的环境，这个都是我们宣示的政策目标。那刚刚我们陈委员提到的齁，其实在促参法里面，它在第42条，它是属于政府规划的一个民间促进参与案，但是46条是民间自提。一般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为兴建公共设施这一部分，应该是要比较用开阔的心胸去评估接纳，因为他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来给他拒绝，那就比较奇怪。好，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引进我们民间，现在民间的资金非常多，但是他一直都是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那如果是这一方面，希望我们会责成财政部相关单位哈，就这一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研商，希望就是说未来刚刚我们陈委员提到的这个状况，除了政府在42条自行规划的这一些促参案件之外，在46条的民间自动提案的这一部分，我想也应该要有比较开阔的这个胸怀去接纳这些案件。是，对，我想这个我也同意这个主委你的见解了哈。我相信，我希望说哈，这个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至少我们交通委员会所属的单位，我们自己来带动。以后如果是我们交通委员会受理的案子，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这里也能够配合要求，我们相关的这个事业单位能够 来一起来努力哈。那另外就是说我看到你的报告里面在今年10月份因为你针对采购法之前你上任第一天来这里备询的时候，我就有跟你提过采购法一定要做。不能条文必须做适当的修正了哈。那我这里哈，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现在目前的已经修正提出的草案是怎么样哈。不过我针对采购法第85条之3呐，啊，85条之3，我有点看法哈。那个，我希望这个哈调解委员哈，调解的这个调解会议的组成的时候，不要只有两个委员，实务上现在是两个委员嘛。我想沿路主委应该知道。我希望是比较仲裁委员三个基数的方式，三个委员哈，要不然的话，两个委员正反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是，有时候是对当事人来讲哈，是很为难的哈，就是这个怎么同样一个事情，为什么两个委员这个意见那么都不一样啊，一正一反哈，那造成一些哈这个延迟哈，也没办法调解，或者是渐渐就造成我们调解不成立。那实务上哈，那个沿路主委哈，我也建议说，这个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呢，我们现在调解比例非常高哈，成功比例非常高，80几嘛，对不对？是不是80几？对，有80几嘛哈，80多。那我也希望说哈，所有的工程纠纷到你们这边，因为你们比较专业，这仲裁还可以，那送到法院，法官哪了解这个是工程的部分，所以送到法院去做司法做。途径来解决，都是我们行政单位，这个自私的一种想法，这个非常不可取哈。那第二点就是说，采购法第101条了哈，这个我建议哈，这个要先给予厂商一个陈述的机会，机关经审酌符合情节重大及比例原则，仍认为有做成处分之必要者，再怎么样这个要有一个给。厂商一个陈述机会，否则你们马上就依照采购法呢就刊登公报，这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哈，采购法的处分没有按照比例原则，这个我们讲过了，我相信这一点你有纳入参考那这个事情实在太多了哈。那我觉得说哈，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要创造一个有利投资的环境，把该松绑的法令松绑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整个投资的诱因。那尤其是政府哦，这样。不健康的心态，我们都要希望能够调整，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陈委员。陈委员发言完毕，现在请郑英鹏委员发言。
到底不好意思、喔、给他们先整理一下哈、喔。那 OK 吗？我们新任的李昭伟，还有我们的各位首长大家好。那是不是麻烦我们请吴主委？那如果其他我们首长有需要的，就麻烦您就请吴主委。啊，政委好。哎，主委好。今天几个事情跟主委您请教一下哦。那一开始我就顺着刚才陈欧博委员有关于采购法的相关的一些所谓比例原则，来跟主委请教。那在我们今天业务报告里面，有关于政府采购法的修正案，我们业务报告第二页就有写到了。那大概也都是各界对于我们整个采购法的，尤其是101到103条，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到目前为止，各方意见很多，可是讲实在话，我并没有听到很合理的方案。那我首先跟主委请教，是我们现在的采购法的101条到103条，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采购，不管是公共工程，那或劳务采购，或者购买商品、买制服，哦，或者说什么那个出国考察，都是适用这几条。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分类，是不是？所以厂商如果有在101到103条的相关的违失，那就这三条里面去做裁决跟处分。嗯，主委是不是这样子？是是。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先跟，因为我自己是土木毕业的哦，这主委清楚。但我看跟主委先说明一下。那个土木技师工会他们的意见了哈，从大概从101条到103条都有。那第一个是叫加注说给厂商陈述意见的机会，那你们再去处理说是不是符合情节重大或比例原则，这个是应该是土木界了哈，或顾问界的意见没有错嘛？那他们主要大概是这几年里面中心顾问，那跟那个可能 TY 零吧，这几间比较大的，那好像会造成重大的一个。所以会造成重大的处分哦，所以提这样的。那第二个102条的部分，他们希望是说大概停权还没有届满的哦，那如果修正的过的话要适用。那在103条103条的部分，就是在对处分的这些处分的我们裁量的裁量权然后给予更多的弹性，那包含申诫并处以裁罚，那限制他们采购的金额上限，就不要说完全禁止采购公共工程，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停权用三个月到三年哦，大概是这样了。主委，这个除了这些意见之外，是不是有其他我们的各个领域有给予我们101到103条有不同意见？是是是，谢谢我们郑委员哈。其实这个101、102、103哈，这个采购法各界相当关注啊。对，这个也提供了很多意见。那我们现在在进行相关的修法，我们也广征各界的意见。所以现在各界的意见，我们大概都有给他做一些统计分析哈。有没有不同于上面？有这个里面就是工程界，包括刚刚我们那个郑委员所关心的，像。我们厂商要有陈述的机会，这个其实现在就有了，本来就有了啊，现在本来就有，所以我认为他只是确认。那另外这个在他所谓的停权从三个月到三年，在像这一部分的话，中间应该要有一些弹性，这个也是在修法的重点。不过我们最主要就是说要杜绝不良厂商，真正是不良厂商这一部分哈，他继续在标工程，对，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违规违法的太阳，他。都不一样，对，有一些是你不能够去原谅他的，譬如讲说借牌围标，像这种东西，那你绝对是不行的。那有一些可能是跟采购机关他有一些灰色地带，包括进度的争议啦，重大进度落后啦，类似这种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些互为因果的，这个我们都会以后都会做比较有弹性的处理。所以我跟你说明一下哦，就是说。刚才主委所讲的内容跟这个土木技师工会他们的意见哦。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第一个他可能太偏公共工程或者顾问业，好，太偏这一类的，所以我一开始跟主委请教了101到103是不是所有采购都适用，那其实采购太阳很多嘛，对，你刚刚讲借牌，那如果是譬如说采购的是制服就没有借牌的问题嘛，但是他还是适用101到103，
那第二部分也可能说你改成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比例原则，那因为一体适用，会让外界认为说我们好像太偏袒不良厂商，不管它是哪一种厂商啊，所以会有这两个问题啦。这也是麻烦工程会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你们要考虑一下哦。因为大致上来说，他们都处理的是一体适用的比例原则。那本席是建议这样的，说不定我们可以把我们公共采购法里面你的不同的采购的种类做区分哦，你依种类也好，依金额也好，依项目也好都可以，就不一定说要在原来的架构里面，好像大家只要你是政府采购，那就一律的标准。好、哦，这个也不会让人家认为说你太偏袒，你这个修法太为了工程界或顾问界了。那所以刚才主委你讲的界牌，在我理解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说政府所属的中兴跟世熙，他们因为大嘛，这两个顾问公司，他如果一旦被停权，是全部都停权，那他们每年二三十亿的营业额里面，几乎90%以上，甚至100%，全部都是政府的标案。那我们现在在新南向政策也好，那在其他的领域也好，我们都希望说这些政府所属的顾问公司它有更大的空间，也不希望它一停权就挂了。如果中兴被停权，它不像其他的民间的顾问公司，它可以用美国分公司来，它明天同一批人换成香港分公司继续来标，它还不算是界牌，你工程会在所有的法律里面也管不到。那中兴跟世熙是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的，所以也的确要合理去考量他们的生存方式了。哦、所以我不认为说要特别替这中兴跟世熙去做修法，他现在照限制该处分就处分，但是我很保证说他一定拖不，他如果一旦被停权、哦、大概他一年就挂掉了，好不好？这一点是不是工程会你考量一下？那更要去避免的就是因为现在刚政党轮替，就有一些有心的、哦、那个尤其是在野党的朋友，他们会说他换了颜色，换了董事长，好像以前我们认为他该被停权，不应该去投标公共工程，你换了民进党就可以，这不是这样子哦，这先讲好。所以我说分类，然后分层级、哦、分金额，不管怎么样要去先处理说，好像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对这些中兴也好啦，世熙也好，这些国家所有的顾问公司就特别照顾，这个要先处理好，不要让人家误解，好不好？这个主委你要在政策上面对外说明一下，不要有政治问题。好，那再下来一个哈，再下来我们来谈的是解决偏乡工程的人力不足问题。我不晓得工程会有没有下一张，下一张工程会有没有这个理解了哈？那我先举一个例，在我们交通部所属里面的哈，下一张，在台九线的409K 加900到412K 加350的这个拓宽改善工程哦，它总预算规模是6亿2330万元哦，工程地点在台东县太麻里乡原住民的地区。那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里，大概在这边啊，旁边就是山，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的确是不好施作哦。它如果沿路这样做下去，这一条线哦，它是属于偏远地区，尤其是台东，那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大概几乎是跟防汛期一样哦，台风季都很难作业。它现在状况发现什么呢？他这间厂商就应该是被终止合约了、哦、板模工一天已经喊到4000块啊，却没有人。那没有人，他不止板模钢了哈，那他其他工人可能也找不到，所以他会造成他工程进度落后被解约。可是这个厂商他的倒闭哦，也有可能是一定是国家的我们的公共工程被延宕嘛。那他一天板模钢细行工，你也真正做20工了。哦，按那背板扣其实不低哦。那他有三个可能原因，第一个是他真的是找不到人，在地就没有人会嘛。第二个是他的薪资不够，一天4000块都不够。第三个是你给的工程款不足，或他当初是低价抢标，所以他也付不起更高的薪水。那这个状况找不到人，这个工程做不下去，厂商被解约，你说他是不良厂商也好，那说他找不到人也好，都没有关系。这个就必须要政府解决，不然你下一个来的厂商还是一样嘛。这个主委你有理解到这个问题吗？有这个，谢谢我们郑委员。这个偏乡工程、哦、通常它的那个无论是工料、哦、无论是、基本的工资等等，其实都要比较高、哦、所以这个首先反映在这个就是它可能用一般的价格去处理这个工程。我们看上一张、哦、所以它价格比较高，第三个问题先解决掉了、哦、工程款不足，那他还是有可能真的找不到人，或这个细行扣真的没搞了。另外看帮模刚刚细行扣刚没找没人，应该不会是不够钱嘛，应该真的找不到人了。
那我跟主委来说明一下哦，你下一张，再下一张哈、哦。现在我们国家重大工程可以申请外劳条件大概三个哦，这个主委你应该清楚，我也不需要再赘述了。大概就是说，整体来说是100亿啦。哦，那你10亿以上个别的工程是10亿，但是你都要一年六个月以上的工期，就可以用国家重大工程的条件去申请外劳。刚才的工程就不是，因为偏远地区不在里面。你恰无人领导的代志，啊拖到吼，你以后你不止这个工程被终止，那你以后你有可能被处分，你有可能后面都接不到生意，又回到101到103条。所以这个状况是不是请工程会去研拟一下？这耽误到的不是这个厂商而已啦，也不是国家工程了，是是哦，还包含它整个我们这个符不符合地方的需求？是偏远地区其实很多很多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主委。好，这个谢谢我们那个郑委员哈，这个我们会整理来做检讨，尤其是刚刚郑委员提到很有道理，偏乡工程这一部分。那我如果以高雄市为例，高雄市的偏乡工程是由高雄市政府啊，它的公务局来做。嗯，那他就是说，譬如讲说，台东其实它的偏乡工程，其实也可以由台东县政府，就公务人员自己下去做了啦，不要让我们那个各乡镇去做，因为这个哈、哦，恐怕将来会产生。那也请主委哦，协助清查一下，现在有这种因为请不到人，花了几钱请不到人的偏远工程，协助一下好不好？好，好这个部分。那、嗯、最后来讲一些政府的一些契约上面的问题哈、哦，来两个。我讲的不合理的工程契约哦，我案例一用政府占人便宜的方式来跟主委说明一下了哦。我们在施工契约都有全部终止或解除契约者哈、哦，那全部的保证金不予归还。但现在保证金我们有四个里程碑可以去退了哦，的 milestone 哈、哦，25%、50%、75%、100%哈、哦，这是保证金是这样没有错嘛？这样用这样，如果终止契约的话，是用这个集聚来归还，主委对不对？好，那我们发现到有工程是这样，他做到73%了，可是你因为不到75%，你还是只能用50%去退还。那当然他有各种原因啦，有可能上一个他真的找不到人，还是被终止契约啦。所以我跟主委建议就是说，你们再思考一下，要罚款就罚款，这是保证金，这不是罚款。那如果你都可以用科学的量化去抓到他的那个 milestone 到73%或到65%没有关系，那就表示可量化嘛。结果你用50%给他。你政府为了少这2%，你去占加23%的便宜，没有道理啊！主委这样讲合不合理？我觉得很合理啊，很合理哦。所以这个要调整，这不是对不良厂商怎么样？我说处分是一回事，你去告他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在保证金上面占厂商便宜没有必要，倒霉都是下游厂商、下包商。哦，大巨蛋也是这样，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不要影响到他的下包。大厂商可能不怕，说不定他倒了也没有关系，但是他的下包真的拿不到钱。好不好？这第一个政府占人便宜哦。第二个政府压人不取共行的啦，这一样啦齁。如果你被终止契约或暂行停止的执行的条款里面齁，我们有这个条件啦齁，自通知终止或解除契约日起扣发工程款齁。那扣发工程款之后你要去清算嘛，看你做到底该发多少工程款给你，这些都要去做。可是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我们所有程序都完备的，快就3年，慢到5年了。所以该给人家的工程款，我虽然跟你终止合约了，可是我那些该给的他真的做了，你拿不到。那也就是政府哥跟检察官压人哦，你不去取供一样，鬼刚赶紧关一下，他不去找证据啊，不去讯问，结果这个厂商等个3年跟5年真的倒了。那先倒的是下包，我继续讲最可怜的下包，那他可能他短跟以后他慢倒，但是这个程序应该是可以缩短，应该可以有效率一点吧，好不好？好，所以这种压人不取供是公权力没有错，但是。不要图利，我觉得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对不良厂商太好，但是这个部分可以合理调整的效率，我觉得该给就给了，好不好？好。郑委员发言完毕，那接下来是刘兆豪委员发言。那主席在这边做个简单说明，啊，我们等叶一金委员发言完毕，啊，暂时休息10分钟，请刘委员。啊，谢谢主席。主席，麦请吴主委。请吴主委。刘委员好。主委好哈，主委，我想这以下的事项也许不属于公工程委员会了，不过你身兼我们政务委员哈，也许在防灾救灾的部分也常常啊，你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集中协调哈。那本席在这里想要来
请问就根据这次的风灾，木兰地风灾台风所带来，为台东为例哈，比如说像桃园延平乡的红叶村造成严重的土石流啊，那现在大部分红叶村的居民现在目前还被安置在武林建制所或其他地方哈，那我想在这部分你掌握的大概有什么资讯没有？是谢谢刘委员哈。其实这个我们在台风的第二天，我们的那个副院长也都有跟我联系哈。那这一波的话，我们也紧接着跟台东县政府做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么红叶村它本身大概有30几户，大概因为它虽然有所谓的预防性的这个撤离，但是它整个村落其实现在土石流。相当严重。那第二个在台东还有一个大武那边，爱国埔，哎，对对，那那八户，那边也严重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礼拜五，我们的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沿路主委，他会到台东跟我们当地部落或者是我们县政府这边先做一些相关需求，还有他们整个对未来重建社区的这个基本的想法。我们会做收集啊，之后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刘委员，其实在这个案子你非常关心，那我们也会再跟刘委员这边做一个回报，就是说在整个进度上，我们未来如何推动？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土地取得，他们是不是同意？因为他们不喜欢离开他们的部落故乡啊。第二个，这个土地是不是安全稳定？这个我们要透过技术的鉴定，所以大概是这两部分。所以我想后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啦。第一个，因为发生过土石流之后，是不是那个地区是可以安全居住，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了哈。如果当然可以安全居住，那我们就把相关现在被土石侵袭或淹没的地方，我们再清理，大概就可以恢复嘛哈。那第二个就如果万一它不适合做一个安全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必须有一个配套的措施嘛。也许有一个是不是比较中长期可以被安置的地方。不过主委你讲得好，就是说这里面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喜欢离开自己已经习惯的居住的空间跟环境，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牵扯到说有没有这样适当的土地，也牵扯到当地我们朋友的意愿。所以这后续的工程是会比较漫长哦，所以你说你礼拜五要去，跟副主委哈，副主委是跟我们县市政府来，还有地方乡镇公所来，大家一起来研究嘛，看后续所做的一些需求到底是什么。是那我们在这里也来要求我们公共政府会在这里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集中的协调，因为这里面可能有跨部会，有很多，包括原民会，也包括地方政府啊，农委会，包括做因为实际如果将来要做水土保持的这样防护的工作啊，第一线是我们的原民会或者是农委会要做第一线的工作嘛，所以但是公共政府我们期待你们要扮演一个这样集中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好不好？好，诸位接下来我再请教，就是说诸位，我想你在各目前我看你在推动，就是说我们中央及地方政府希望能够提升的公共工程品质，所以你鼓励大家如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方面可以采用最有利标嘛，那诸位你了解了，那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公务人员有这样的一个障碍，就是说采用最有利标的比例不高，有两种嘛，第一个是认为这个没有预知性的，所以不用最有利标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这个状况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应该采用最有利标，但是他真的有一个障碍，他不敢或者不愿意去尝试用这个方法。诸位，你有没有想？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替这些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去知道他们的障碍在哪里，然后想办法来协助、来帮忙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啊，明明也许我们很多人知道说，想看，如果是我们今天我们个人在采购东西比如我们去买冰箱，我们请人家来盖房子，或者我们要在我们的庭院种一棵树，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最便宜的，所以我们就买，对不 对？我们去买冰箱，我们买房子，别跟我一样盖房子，不会这个人给我开价说一坪要盖3万，我就给他盖嘛，这个人盖品质说要盖7万，说这个不要太贵了，我不给他盖。一般我们不，我们要衡量我们的预算，还有衡量这个来
我们要去施作的人或一个卖方他的信用他的过去的施工的品质来做一个判断嘛。但问题是这一套我们自己在做我们自己的采购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做啊，问题是换到公务机关他不这么做了，他公务机关他就最方便的方法不管买什么，买电脑软体，买电脑，买桌子，盖房子，盖马路，我们都用大部分都同一道标准，就简单讲啦，出上俗的上好，上简单啦，就都买上俗的。最简单的一个，其实一个最简单基本的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第一线的采购人员认为，只要买到最便宜的，我就没有事情嘛。即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你如果去各大饭店，那个饭店哦，电梯很少在故障。那我现在但我现在不是要我不是要批判现在的台东铁路火车站的站长，因为那个也不是他采购的。台东火车站的电梯哦，三天两头在故障啦。我说我坐火车的时候故障啊，我就听到我旁边的乡亲说啊，哪个派去啊？那么三等公民大概都派去。那很简单，为什么一样在买电梯？我们政府机构啊，我相信那个一定最低标啦。我是没有去查，但我相信那个是反正上俗的，然后电梯买来啊，结果我们花费在那个维修哦。而且那个维修人员他也不可能派一组人员在台东专门在维修我们电梯啊，派去阿罗阿个卡点去高雄去台北啊，现在来维修，而且派来派过了工啊，啊民怨更深。看起来我们在采购的当下，好像为政府省了那个价差的几十万，但是我们后续的那个品质还有维护，是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啊。诸位，啊，谢谢我们刘委员哈，这个我跟刘委员。报告哈，就是在法治面，现在的法治它是不是鼓励最有利标？它一般许可啦，我没有说鼓励啦，许可选项。那我们要把这个扭转过来，现在它现在的采用有利标，它几乎都是要靠承办人员个人的分析。对，要一致性啊。那现在我们希望从源头开始，采购机关你就要在采购策略跟方式就要做出合意的决定，这个会免除。啊，个人承担太大的责任。好，那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做法？你说你这样讲具体一点，那你现在做法？我们现在所有的像力网的这一些不合时宜的规范，已经都给他废除了。那第二个，我们也把新的这个相关的办法，包括从采购机关采购开始这边的相关座位的规定，我们现在在陆续的我们都会颁布。对，诸位，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好的制度哦，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哈。没有办法说我们只有靠上面或者立法机关定一套法律而已啦，或规定而已，一定要想，我们要设身处地想说第一线的采购人员他为什么不这么做的，他那个障碍在哪里，我们为了把他那个障碍把他解除或者跟他一起共同承担，这样才有办法啊，不然我们在讨论半天，我们明明知道有些采购的方法是违反我们一般我们的正常，我就举那个例子，我们正常，我们自己在买自己的东西不会这么做啊。问题是买国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都这么就违反我们的采购习惯啊。哦，那看，而且其实工人最怕哪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好，我先用最有利标，我买的价钱不是那个市面上最便宜，或整个采购过程最便宜的啊。万一哈、以后发生事情，往回追的时候，工报纸一登。然后剪掉单位采购，这样子如果咋办呢？你上销量不会变，你为什么去买120万的这样？就是那个南铁那个高铁减震那了，就是这个样子。往回追的时候会觉得放大镜来看就有问题，说啊，明明有便宜的，你为什么不去买便宜的？那问题是便宜的根本可能没有用啊，或者是常常发生故障。我不一定是每一件啊，当然大部分是这样。所以诸位，我在想，你有这样的，包括副总统昨天我看在哪一个场合，他也在讲，跟你。就差不多类似的话嘛，是是。那我在这里，我们要期许了我们工程委员会哈，即使将来我们这个组织再造的时候要分属两个不同的单位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有解决这件事情哦，才有办法为我们台湾的公部门的采购哦立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制度了。对，是。好，谢谢刘委员。我们除了这个法制面，我们做一些检讨修正，我们在执行面，我们会巡回辅导。另外，刚刚我们刘委员提到这个没有错，他公务人员个人他会懂得趋吉避凶。第二个，这个采购人员跟施工履约人员他是不同组的人，所以他完成采购了，把后面的问题、争议弊端留在后端，事实上这个是很不好的，这个没有节省公帑。
好、哦，这个我们是我们民间的采购也都一样，就是我们找我们值得信赖的厂商，有能力履约的厂商，我们才跟他签约的。好、哦，这个政府应该是朝这方面来做，是。对，我们希望可以，当然没有办法完全落实这个样子，但是至少要导正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我举例来讲，我们台东有一个，老师退休，他帮人家盖房子，他的单价是最高的啦。他单价一坪的单价是，但是也行李雄厚了，大家知道他信用最好，盖得最好啊，所以都找他啊。问题是他这种人不可能会承包到公共工程，为什么？因为他出价都很高，他也没有办法哦。但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最贵的最好，而是说我们要导正那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公共工程的采公共的采购哦，都是用最便宜的，就是交差了事。我觉得这样的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一定要适度的。我们是以品质为优先，然后采购到那个合理适度的价格，那个对国家才是有帮助的啦，才不会我刚刚讲的那台东火车站，因为这个罗委员，我现在在强调的是，我不是在讲现在这个站长哈，他很辛苦，三天两头常常在故障啊，故障的时候，你看起来我们国家绝对没有比较省钱啊，哦，我们买的是一个，所以这样常常花费在故障的那个修维护费上来是更高了，好吧，诸位，我们接下来后续的。这些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等等，还有落实，看怎么样辅导，或者是啊，让我们第一线的，我再次强调，就是说第一线的采购人员他是最辛苦，而且他承担的风险是法律上的风险是最大，所以我们唯有帮他分摊，然后解决他的所遇到的障碍，才有办法让这个制度实行。好，谢谢。好，谢谢刘委员。我们接着请林坤泽委员质询。谢谢主席，请一下吴主委。请吴主委。林委员好。吴主委你好，有关于公共工程相关的职业灾害状况非常严重，这是我一直在。交通委员会严格督促公共工程委员会必须要去注意的，因为职业灾害是劳工心中永远的痛，它会造成一个家庭的破碎，也会造成家属永远的伤痛，更是啊造成一个家庭痛失重要的经济支柱。那我们看到我们公共工程有关职业灾害的状况是非常严重。国家的工程呢？你看，从103年到现在，有80件重大的职灾的事件，造成82人死亡，19人受伤。单单今年的6月到8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的职灾事件，各造成1人的死亡。6月到8月就已经有3名劳工是因为公共工程的职灾丧失生命，这对家属啊。是何其的重大的一个冲击啊！我们的公共工程已经变成了职灾的温床，变成劳安的一个死角。主委，我要再提醒你一件事，就是有关于职业安全啊卫生法，是我们保障劳工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大法。但是我们的公共工程啊，国家的公共工程。是带头违法，从103年到现在，我们啊公共工程总共有15773次的场次的违法，有高达26671项次的违反公共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法令，这对劳工的安全，这对公共工程的品质。都是很大的伤害，这个诸位请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对于职业灾害视如无物吗？请简单说明一下。是，谢谢我们李委员哈。刚刚李委员特别提到的这个职业安全、安全卫生法这一部分，在相关的公共工程、公共建设这一部分，如果有还不尽周延的地方，我们会确实检讨。不过上一次我们刚刚李委员特别重视的这个职业安全这一部分，我们建局旅局，我们就在上次会期之后，我们紧接着在全球资讯网，我们也连结了，就是未来的这个厂商在5年之内发生重大公安，我们
要遏止它继续在标相关的重大工程。上次上会期所要求的要列为专区的一个让民众接受这样相关的资讯，但是你点进去，你从常用的资讯点进去，它的小标还是仍然是公共工程的一个档案的管理系统啊，民众还是搞不清楚啊，这个是不是赶快啊，是能够去做清楚，让民众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些重大的公共工程所发生的职灾的项目跟记录啊。对，我觉得立委讲的这个很有道理，这个我们会来强化标示，让他进入这个网站，马上能够看到这个资讯。主委，我一再要求啊，将公共工程屡次发生重大职灾事件的厂商啊，要列为黑名单啊。这个部分，公共工程委员会啊，相关的作业啊，是相当的缓慢，我是非常的不满。是。主委，我要提醒你啊，美国他们对于承包商啊要求非常严格，他们要求承包商在过去的三年没有不法的记录或者是违约的相关的记录啊，才可以参与美国联邦的公共工程的相关的投标，这是美国的要求。英国也非常严格，英国他们的商业办公室有设立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安全卫生的这样的一个招标的指引，这个指引里面非常清楚的要求政府的公共工程啊，对于职业灾害以及相关安全卫生的要求以及审核标准啊，要在作为公共工程承标或采购的一个重要审核的标准，我们没有哎，我一再的要求啊，要列为黑名单。我们发生重大的职灾事件，一再的可以得标，或是发生重大违约事件，都可以踩着法律的漏洞啊，一再的标到国家重大的公共工程。主委要提出破例啊，请你简单说明一下，你要如何去改进这相关的缺失啊？是，现在跟立委报告，现在当然政府采购这边有一些停权的机制，不过这个有时候缓不济急，就是刚刚李委提到他可能继续在标工程，所以这一些重大公安事件职灾，这个应该要他很快就能够停权，这个是未来机制上恐怕我们要来研究的。我们是否应该要奠定像美国对于承包商不得有违反违约以及违法的相关记录，如果有违法的相关记录，他三年内有违法或违约的记录，就不能标美国的联邦的相关的公共工程。是，也应该像英国一样，将对于劳工安全、对于相关的安全卫生的审核标准呢、作为投标以及采购的一个重要的审核标准。是，这个我们希望公共工程委员会赶快提出相关的标准出来。好，要保障劳工的安全。是，而且都是国家的公共工程在违法。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屡次的重要的一个职业灾害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这对国家的威信、公共工程的品质伤害非常大。是，我一再的要求主委啊，虽然你新就任不久，但是你要把这个列为你重要的工作之一啊。好，谢谢李委。另外一个，我们也应该奠定一套啊相关的规范、营造设计以及规划阶段的一个法规，就是说英国的法律啊，我去了解，他们将相关的法律列在安全卫生的管理系统的概念，安全卫生的管理系统概念呢、纳入他们作为管理的一个参考，他们要求也是非常清楚而严格，就是说你从设计的阶段到你完工最后清洁的工作，这整个的过程都有明确的规范相关责任的一个拟定跟以及所要负的基本的责任，他们对公共工程是要求如此严格呢，但是我们目前啊对于相关的法令，我们只有职业安全卫生法或者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法律里面，例如营造安全卫生设施标准有这样的一个法规，但是它基本上
是比较偏向雇主的一个管理的责任跟义务。我们要求的应该是像英国这样的一个系统跟标准，不只是雇主，而且是对于劳工的安全卫生，他们相关的保障都要列入相关的法令里面。那在这个部分目前是有缺失，这个不管是职业安全卫生法或是公共工程委员会所属的相关的法令里面，其实都还不够周全。这个部分我们要请主委啊确实的去检讨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令，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好，谢谢李委员。现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安职灾这一部分，当然是主要是从我们劳动部这边劳动检查机构相关延伸过来的。不过在公共工程这一部分应该要有本身比较明确的做法，就刚刚李委员提到了，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做法。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会会同劳动部这边再来互相检讨。那至于在公共工程这一部分我们如何把它强化，包括这个厂商他现在的不良记录跟以后要拿到工程，它是有重大关联的，这个我们都会做。而且啊，我们在相关的契约投标的契约里面呢，应该要去明定相关的安全卫生的设施以及费用都要明定在契约里面，这样才能去保障公共工程的品质跟最重要的劳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安全的保障。这诸位能不能去做到将相关的公共安全的卫生的公共安全卫生的相关的设施，它的项目跟费用都要明定在这个投标的契约里面。这个现在是有，但是还不太够，所以它并不是对真正的标准，是你们只是明定在里面，但是还不够详细。 对，那现在跟李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安全卫生当成保护我们劳工朋友的一个最大前提，这个我们会很认真来做。是。还有关于我们国内相关的闲置设施就是所谓的蚊子馆其实还是非常的多。那在目前我们对于闲置设施这些蚊子馆的活化的标准其实也有相当大的一个缺失。例如办公厅设。办公厅设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如何，主委你清楚吗？办公厅设闲置的设施它活化的标准是什么？活化标准大概都是50%跟70%之间在取舍而已。那主要在目前有一个主委你要了解清楚目前的办公厅设它只要有人员进驻它就是算活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先简单说明一下，了解的人赶快跟主委说明一下。我们这边的活化标准它只是写人员完成进驻管理使用，对，就是这个太活化的标准有8项的标准，里面有一项就是人员完成进驻管理使用。诸位这就是一个漏洞，因为它只要2-3个人进去然后使用庞大的这些设施它就算完成它一个活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不对的。应该是使它的利用率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算了完成相关的活化。那你现在目前只要人员进驻一栋大楼，只要2-3个人进去就算完成这8项标准其中一项，它就算完成这个一个活化的标准，这不是欺骗政府欺骗社会欺骗民众吗？是，应该是它的利用率到达一个标准，这个请主委回去检讨看能不能去做相关的一个改进。是，谢谢李委员。我们包括它的效益功能跟市场率，这个看有没有办法把它使掉化。利用率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而不是2-3个人进去一栋大楼或是一个很大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里面闲置设施里面就算完成标准活化的标准，这是欺骗自己也欺骗社会。好，谢谢李委员。好，现在请叶宜津委员发言。我们请等段玉康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就段玉康委员发言。休息10分钟，
段委员发言完毕，我们休息十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工程会吴主委，请吴主委。段委员好。所以我要跟您请教，就是工程会在处理这个公共工程的不良厂商的效率问题啊。那么我之前您也知道，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我就关心过这个国家会展中心啊，我们一般叫做南港展览二馆的案子。这个案子现在在工程会啊，那么是关于这个工程的这个争议天数的案子，还在工程会。这个案子我想主委大概应该很清楚，这个案子的预算金额大概63亿，2009年荣工公司用41.4亿得标，所以看起来这个价格很低。那么这个工程呢，是地下4层楼，地上9层楼，本来预计是去年的11月要完工。您知道去年的11月地上9层楼盖到几楼您知道吗？去年我知道他们是盖到好像5层楼嘛，盖到4楼，对，盖到4楼。然后呢，你知道今年就是2016年的10月预计盖到几楼？6楼，6楼，对不对？6楼，所以9层楼，去年应该要完工了，到了今年10月，已经拖了1年才要盖到6楼。这个不光是延宕工程延宕，造成我们会展场所不够，这个是国发会的工程啊，委托台电来代办。那预计完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您知道吗？他们往后延2年，往后延3年，2018年2月28号预计要完工，为了要纪念228。多处这个施工啊，多处歪斜，就是这个柱筋啊歪斜，最多偏移到20公分。这个延宕没有任何的理由啊，没有天灾，没有地震，很简单，就是因为施工厂商的能力不够，施工厂商擅自变更设计，造成国家的重大建设。什么时候发包？2009年发包。2009年到2018年预计完工，10年呐、啊，盖一个9层楼的房子要盖10年呐、啊。然后呢，台电提报为不良厂商，根据他们的合约，延宕超过10%就可以提报了。到现在延宕大概是35%。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在你们工程会，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就是承包商的手段。他不断的要提条处，不断的要提天数，哎，你们也很配合，不断的开会，也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他把它延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继续去标别的工程了，他可以去承揽别的工程。这个荣工公司最近又去承揽了新北市的3莺线，这个我也问过，你也清楚，几百亿的工程他必须标。公共工程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啊，你是行政机关，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处分是代表这个政府的价值。如果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容许这种不良厂商用这种行政干扰的手段，要不断的提起争议，你们就要配合不断的去调处，不断的去开会，然后他就不断的去标政府的工程，那很方便啊。这家公司不光是这个案子，他还标了林口电厂28.48亿，大林电厂51.4亿，一样出问题啊，对不对？林口电厂的案子一样在工程会啊，他一样提起这个天数的这个争议啊。林口电厂是2013年得标，2013年10月15号，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全名叫林口电厂更新扩建计划，港池水域浚挖及台北港南码头西田区田竹工程，很长啊，得标28亿4800万，去年要完工，因为延宕，所以台电的预算在立法院还被冻结，
他为什么延宕？荣光公司有没有做过海事工程？没有做过，连一艘船都没有，所以就找下包，找到这家下包叫做起义营造，这家已经倒闭了。起义营造在哪里？你知道吗？公司在哪里？你知道？你不知道？在台东县台东市。2007年到2011年，他倒闭之前啊，他只有这几年承办过公共工程，每一年啊就是几千万的小案子。他最后承揽的那一件啊，我念给你听啊，叫做行政院退辅会啊，太平荣誉国民之家荣家大门警卫室文化走廊整件工程，连一艘船都没有，哎，也能来做荣光公司的下包来包这个28亿的工程，然后呢，去用废铁的价格从中国进口这个工作船，用废铁的价格，因为那个船都报废了，来做荣光公司的下包。倒了之后呢，那荣光公司找不到船啊，找不到配合的厂商，就找中国厂商。那个万利船、西尼船现在也都离开了，从去年到现在，现在台电跟他解约，要跟他解约。这个工程要重新招标，哎，要盯来呢。我们现在电力紧张，林口电厂这么大的工程，你这个没有处理的话，你所有的煤原料没有办法进来。这个延宕对于国家建设重要不重要？非常之重要。结果你也不提报，你也不处理，你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是厂商的权益。我再一次强调，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国家行政机关，你们的态度如果就是这样做事，这些不良厂商用行政干预手段来干扰国家的处分，那是你公共工程委员会的责任。主委，你跟我讲一下你们的态度。啊，谢谢我们段委员哈。我觉得段委员刚刚的提示啊是很重要，就是很多厂商他用行政干预的手段，一直在延迟、延缓我们最后对他停权的这一些啊判决。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未来像未来在所谓的申请调解、申诉这些案件，应该有一个在所谓的次数上应该有一些啊限制才对，不然的话他是一直补件。未来。对，我现在讲的案子是现在在进行中，对对，进行中。那现在因为他们是平等对待，那这样子会造成很多你讲的不良厂商，他继续在得标工程。具体的改善的作为，对，请你多久可以告诉我？我们这个案子是个案，我回去检讨一下，我在一周之内跟我段委员。好，谢谢。好，是。好，段委员发言完毕，我们暂时休息10分钟。
继续开会。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先处理临时提案。那今天有一个临时提案，我们先请议事人员宣读临时提案。有鉴于公共工程委员会从民国1993年起采用工程施工查核制度，查核成绩按优、甲、乙、丙四级。另外，又于民国103年起推动公共工程施工厂商履约情形计分要点，依计分成绩区分厂商为区分为优良、普通及待加强三种。然而，不论是否丙等或是待加强厂商，往往都不利影响后续投标的资格，导致这种两种制度未能彰显功效，是以建请公共工程委员会针对工程施工查核制度及公共工程施工厂商履约计分要点，于半年内提出相关配套方案，针对施工品质不佳或是列为待加强厂商等，应日后投标限制或是若干处分。提案人李红军、叶宜津、郑天才、李坤泽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对此提案有无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临时提案处理完毕，如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签，列入记录。现在我们继续，请赵委员赠予发言。谢谢主席哈，那请主委哈。请吴主委。朱委长，赵委员长，我想最有利标哈，现在是你施政的方针嘛哈，重大的方针哈。那我们讲最有利标等于图利罪，你觉得呢？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哈？我想所谓图利罪啊，就是有图利的意思啊，就会变成构成他这个图利罪哈。那我们看105年7月哈，有567件，哈啊被图利罪有没有？啊遭调查，有227件，哈是有罪的哈，大概占40%，那60%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想问主委，既然有高达60%啊的人是无罪的嘛，对不对？40%是有罪的嘛，227人是有罪的哈。那基层人员呢还是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呢？最害怕这个最有利标，哦，因为哈，他你觉得要你在推行这个最有利标的时候，你应该如何降低啊最有利标哈引发的诉讼呢？请你说明一下。好，谢谢我们赵委员哈。这个我们在法制面，我们当然我们把原来的所谓的最低标为原则，然后有利标啊，为辅的这种方式把它扭转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重大公共工程啊，一时性工程，你要采用最有利标。那如果你要采用最低标，你要保证你能找到厂商是有履约能力的厂商，这个是反过头来，我们希望让采购机关能够遵循。那采购机关怎么保证啊？对，你叫他保证，他怎么保证？采购机关，因为我们现在有通函也有跟他们辅导，那如果你要采用最低标，你就是要去分析说我用最有利标我还能够找到有履约能力的厂商，以后不会出问题。最有利标我不是反对哈，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最有利标造成公务人员会怕。对，我想7月5号我们林权院长也特别讲了，第一个就是最有利标从头到尾开始就要检察官来有没有参与，对，然后不要让事后我们找我们的公务人员的麻烦。好，第二个就是过去的案例中分析问题，然后解决对策，解除公务人员的压力。好，第三个就要求工程会在1个月后提出最有利的相关配套方式。所以说这3点呢，你完成了没有？都完成了，都完成了，没有问题，是不是？是。那你说我们明年呢，106年要达到20%以上嘛，是不是最有利标？我从基层出来哈，民国我记得我85年的时候，那时候250万还是3家比价的，后来变成200万。那88年哈，改成就是我们的那个10万块以上要公开上网，对不对？是不是？那最就是用价格标了，那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很多人啊。最低标的时候，他标了，标最低，结果呢，
干嘛？做了一半干嘛？变更设计，追加，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你很清楚嘛？好、啊、那最有利标了，讲到最有利标，哎、欸，当行政首长的人，主观的人大概对最有利标比较喜欢，但是对公务人员承办的人，对最有利标他可能会比较怕，就刚才讲跟土地税画上等号嘛，是不是？对，所以说这个拿捏之间哦，主委你看要如何来处理？是跟赵委员报告哈，我们现在在刚刚提到就是，所以现在扭转嘛，现在是最有利标在上面嘛，对不对？最低标现在是在下面嘛，对不对？现在为主是最有利标嘛，对，为辅的话就是最低标嘛。对，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采用最有利标，这个采购基层人员他要做分析，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说采购机关用合意的做判断。就在源头开始啊，这个重大工程它适合用最有利标，那你机关要做采购的策略跟方式的合意，就说未来是用有利标，这个可以避免啊个人承担很重的责任、哦、所以这个也会不会让很多这个采购人员他就用采用最低标就直接处理了。我想最有利标为什么要最有利标，就是重大公共工程，就像两亿你说的两亿元以上哈，这个重大工程你要用最有利标，为什么？这才会有一个这个工程重大，这个最有利标的话，他可能审核的时候他的能力啊还有资格哈、哦、会比较好，不像我大家过去抢标哈、哦、那讲到这里哦，那我请问一下重大工程的延宕哈、哦、民众还要等多久？我们来看这张图哈、哦、下一张，你看我们的金门大桥哈、哦、我们2011年1月9号动工哈、哦、它完工日期是2017年11月啊，现在又延到2020年哈，这从6年哈延到9年。那请问主委，2020年3月真的能如期完工吗？对，我跟赵委员报告，他要找到有能力履约的厂商，对吧？那你现在讲你6年能完工的，你现在拖了9年，是不是？那你现在能力有没有找到？主委，那你现在有没有找到？他现在还在上网公告、啊、上网公告嘛？对，你是用评选的还是最那个最低标？我们请他用最有利标，最有利标嘛，对不对？是评选的嘛哈。我想这个要快一点，那个重大工程呢，是真的不能再延宕了哈。那第二个，我们的机场捷运哈，2006年2月27到现在，你何时能完工？已经10年了。是，这个我也去看过。对啊，你现在这个对我们桃园非常重要、哦。对对，这个在它的机场，还有它的物流运输，包括它的车厢，我看过都还没问题。现在就是那个稳定度，啊，稳定度现在96点多，现在要提升到99以上。主委啊，那郑宝清郑委员说，他小孩从小时候现在读了大学了，有没有？是还没用好。嗯、我从做代表现在做到立委了，你还没弄好啊？是不是？我觉得公共工程委员会非常重要，要去介入，要去监督啊，哈，这个要快一点。然后我们台中哦，都会区的铁路高架化，你看也是拖了那么久。台铁的立体化高架，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区的地下铁哈，地下化也是一样。还有我们的国家生技研究院，哦，这更久。我讲这个哈、哦，这几个重大的我们的重大的公共工程哦，就拖了那么久。我想。那个主委啊，你一定要赶快啊，尽速啊，把这个几个重大工程啊纳入了我们的行程，哦，如何能完工，何时能完工，一定要说明一下。是，这个跟赵委员报告哈，我们在106年就是新兴计划，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已经直接就介入，我们希望未来他的工程的采购的方式策略要用比较。好的方式来进行。主委，你就说你们一直介入，你们会一直去督导，可是弄那么多工程，对，都没有好过啊。你看，对，欸、我们桃园机场工程缺失频繁哈、哦。我来讲一个，你看，下一张，那个我们104年10月31号，那我们南跑道有没有那个施工差？柏油块撞毁机翼，这你也了解哈、哦。那105年2月20号。我们的滑行道有喷泥又影响飞安。105年9月12号，我们的也是滑行道施工有问题，哦，这个未来哦恐怕龟裂。这为什么龟裂呢？当初标的时候是用新的材料，结果施工的时候是用旧的材料，它结合度密度又不合，哦，那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第二跑道它是用柏油，有没有来做的跑道？
我想一般的跑道，我在国外我上网看，大部分都是水泥的嘛，是不是？对，是高级路面嘛。对，啊，这个柏油是不是我们的施工能力真的有达到国际水准吗？那现在的飞机越做越大台啊，这个重力啊，这个重落地，难道不会又损坏我们的跑道吗？是不 是？那你们监督公共程委员会不是监督最重要吗？啊，怎么会这么多工程都有问题呢？所以说，主委啊，我觉得公共工程委员会既然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专家，你每次讲说你们的技师考试进来，做了很多事情，啊，这些重大工程为什么屡屡啊出包啊？请你说明一下。是，谢谢赵委员哈，这个重大工程它的品质跟进度，这个我们都有一套的这个稽核制度。不过现在当然国家的建设非常多，那我们现在就选择重要的来做督导辅导，以往它是比较属于面状的，那我们希望说就这些重大建设，我们会集中我们的人力资源进行辅导，这个是比较重要。我觉得以前就不要讲了，现在既然新政府上台，而且主委换人了，我想公共工程委员会在我们地方上大家都说，哦，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单位，那督导的时候大家都会可能会准备得很好，准备得很好意思说应付你们啦，我想不只是要应付你们，你们还是要实际去看，平常就要督导，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外面的 建案啊越来越少嘛，是不是？推案量也很少。那我一些朋友说，那你既然现在没有包这个工程了，没有盖这个房子大楼，你可以去包公共工程啊。他们一听说我不要做公家了，为什么？钱拍贴啊，领不到钱啊。刚才你主委，我看你工作报告上也有讲啊，那个你机关不当延迟付款啊，那厂商我想撑不下去哈，那可能那个为了钱要上法院了，要诉讼了，对不对？是不是？工程品质也会低落嘛？如果你要改善一下，请说明一下。谢谢你们赵委员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不当延迟付款哈，这一部分对厂商明显不利的，有他们可以主动申报，我们可以主动来复查。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做得相当的积极，所以我们最近就这几个月，其实我们解决了很多这个重大工程，包括刚刚你提到的南港国家科技园区落后的那个也是一样。前月也是没有付款，你们到底是折半呢？减价验收还是要付给人家？对，我看了不上啥，看不呢。对，我们在厂商的部分，如果是优良厂商，我们要保护他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非常积极。我也跟他们都讲过，我说你不要把民间的厂商整得苦哈哈的，这跟常务渔民差太远了。对对对，是。我讲现在民间的企业有没有有的厂商他是非常优良的，对，我们要吸收他进来，有没有让他做我们的公共工程？那品质可以再提高，不要老是都是一些人，我们那些人再怎么轮再怎么评选就是那一些人，有没有？主委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每天就是包我们的公共工程嘛，他知道美嘎在哪里，这个美嘎是什么，做的不好的美嘎在哪里，要怎么逃避的，我们不要这些人，我们公共委员会特别每天去监督，你去看去督导，不定期抽查，我想现在的包商一定会有警觉，他不敢偷工减料。我讲好的一个建案你看人家大型的建设公司，为什么他盖的房子速度非常快，而且品质非常好？因为他工班强嘛，他的主任强嘛，是不是？他的团队强嘛？我们要找这些人来把老百姓那个的那种方式有没有拿到我们公家来做？有没有要有企业化的精神，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赵委员。现在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还有请吴主委，请吴主委。郑委员好。主委好。是，在尼伯特台风的时候哈，这个吴主委奉命奉行政院之命到台东坐镇，也非常辛苦哈。但是有一个地方也是尼伯特台风，但是他并没有被受到关注，实际上他一直成为一个孤岛，在花莲县的
丰南部落，丰南部落它是在这个靠近这个海岸山脉这边，它对外的唯一的交通就是这个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往山上，就是往这个台东东河乡的太原阿拉豹部落，这个部落丰南部落叫吉拉米代部落。往太远的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土石流、也是这个封和封掉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往台九线往富里市区的永丰大桥断了那我们看下一张图这个最清楚那这张图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看下一张图，那为了要因应这个它的对外的出路，就做了一个非常简易的便桥。这个桥一椅子就被冲毁了，逢椅就冲毁，已经被冲毁了 N 次了所以对外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就经费或是不够重视。为什么？因为主委你没有去嘛，因为院长没有去嘛，所以就没有怎么样。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只是做这样的便桥应该贝利桥什么军方都有但是这些资源都没有被这些调度，所以一以折就断桥所以这个部分也让主委能够了解未来这个不是只有民心的台东了当然民心台东也很重要我也常去了也去了很多次，也看到主委很辛苦好，接下来看这个同样丰南部落吉拉米代部落的，你看这个梯田，这梯田不是因为它是梯田，而是因为它，你看下一张图好，再下一张，就这张图，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因为野溪的边坡崩落。那为什么？也许主委会说，这个跟我业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部分因为野溪边坡，然后相关的整治的经费，到目前为止没有整治的经费。为什么呢？七月八月，你也知道，我们很多计划都去年就核定嘛，今年度的计划去年就核定，然后就开始发包嘛，对不对？那中央相关的部会前责的这些工程需要整治的这些工程，不会受到你行政院灾害准备金的那个挹注。行政院的灾害准备金都是针对地方政府的部分，那中央政府主管的各部会主管的都要在各部会的现有的经费来所谓的以缓济急。事实上他没有地方可以以缓济急，像这样的一个野溪，然后我们的农田，那农田附近就是住家所以这个经费到底中央行政院可不可以支应呢？因为水土保持局也没这个经费他必须要到明年到明年的话这个意义又继续的崩塌诸位好谢谢我们郑委员这个如果因为是交通安全排洪安全紧急需要，我们会协调我们相关部会或者是台东县政府这边有没有纳入这一次的灾损？花莲这个是花莲，这是花莲这个我们会来追踪。就是如果他当然没有，花莲县政府不会纳入，因为他不是地方的，他是水保局是中央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如果是农委会的部分，我们也会协调来追踪。这个请这个工程委员会就安全的部分，我们会优先来协调相关部位来进行。好，接下来这个台东台东的莫兰蒂台风就这一次这个。利家他在台东县卑南乡的利家部落有这个土石流这个 这几张图再下一张好下一张这个涉及到台东县这个大八六九溪子集水区的泰安坑有两个部分这个其中一个是泰安坑这个整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整治经费了那事实上已经危及了这个
这住家，旁边就是住家哈。然后是另外就是也涉及到私有地，这种私有地啊，这个我听这个乡公所讲啊，那因为私有地没有办法补偿他的一个，因为这你要整治的会需要用到私有地，像这种的是不是他的私有地的补偿啊，是不是也能够编列在这个整个整治的经费？一般如果是公共建设所需用的这个私有土地，它都有一定的标准规范了啊，这个应该都有了。那个对，不是，当然现在因为灾害是可以用这个部分的。那之前哈，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动？就说私有地，因为没有补偿经费，所以啊就当然地主就不同意啊，啊是，然后。地主如果不同意，是不是可以征收啊？哦，因为这个部分如果征收，当然就有补偿啊，是不是这样？是，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私有地的取得就是先协调架构，然后再来就征收。嗯，是啊，就是两个方式。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请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以这个专业，而且涉及到公共安全嘛，啊，这个部落的安全哈，那个协调农委会的水土保持局哈。好，接下来也是莫兰蒂台风，在台东县大武乡啊大竹村的爱国埔部落，这个部落我们看这个照片哈，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下一张，我们看这个，它就山坡的这个整个滑落，啊，房子就在旁边了，啊，这个整个部落就在这里啊。好，我们看再看下一张，更上面哈，更上面也是这个整个山哈，这个啊滑落哈，所以这两个问题啊，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要先看是不是可以整治，整治的好，当然就涉及到这个部落可以安居；如果整治不好，是不是要迁住？哦，部落的迁住哦，就会涉及到这两个部分。这个主委。这个涉及到专业吧，哦，要有专家去评定它是不是安全。是，这个跟政委报告哈，这个首先把这个土石流前示范围这边要先给它安定下来，但是它的下游是不是能够适合居住，我们会做评估。哦，这个因为这个也不能够。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找专家？我们今天下午就会跟台东县政府的黄建廷黄县长，他会来协调这件事情，包括红叶村的。好，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今天跟他综合讨论。我们礼拜五的沿路准委员也会到台东，就是星期五哈，到现场看。最主要是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好，因为这个也是要快哈，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几个问题要厘清，一个就是适不适合居住，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提供了这个公有土地，将来再做一些社区重建，部落同不同意？好，那当地政府是不是也认同？这个东西我们要做一些沟通。是，对，因为这个部分呢，啊，真的是很严重哈，这个事实上部落就一直常常就提出了这个，他们居住在那边很久。所以他们一直看着那个山，哈，一直，这次是比较严，哈，这个整个滑落下来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一直有提出来，一直没有整治的经费，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在，已经造成这个部落的一个安全，而且也淹埋了这些部分的住户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公共工程委员会啊，能够协助。哦，相关，哦，我们的农委会还有台东，哦，台东县政府，哦，来去处理，哦，好，接下来这个尼伯特台风，哦，这个是在台东尼伯特台风的房子，哦，我们看这些房子，哦，这些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受灾啊，竟然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住屋的认定，哦，住屋的认定，因为这个当然，因为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纳为检讨的哈。像这个没有被补助啊，我们看了这个照片呢，他说他没有办法被补助，就很讶异。啊，怎么会？我自己老公务员，我从台湾省政府，我也在台湾省政府社会处服务过，
从来以前社会处都很宽松的，省府社会处，啊，怎么会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会所谓的住屋的认定，要以卧室、客厅、饭厅、啊、厨房、浴厕、啊，我们的农家啊，很多的这个不会是这样而已的范围嘛。事实上，我们在课税、房屋税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不是只有以住屋、啊，所谓的卧室、客厅、饭厅、厨房、浴厕，我们的住宅的定义是这样吗？我们的房屋税的课征是这样吗？不是嘛？哦，所以这个部分都要检讨。哦，这个国家财政再怎么差，也不差这个吧？哦，这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房子，哦，这样还没有办法被补助。哦，这个部分啊，这个主委啊，哦，因为你是这个你是整治的平台嘛，好，哦，这个部分拿未来跟相关的部会来做检讨，好不好？但不是你直接主管的了。哦，是这个跟政委报告哈，这个国家的这个救助哈或者补助的标准，事实上它有一定的范围跟限制了。那我也提醒那个当地政府要善用善款，有很多很特殊的太阳，因为有民间的捐款善款，你要善用它。才能够去弥补我们刚刚意想不到的这些损害，没有错，那个是没有错。但是善款有时候要作为重建之用啊，哦，有时候因为他连受补助都没有，连重建的机会也都没有，那个更是需要善款，哦，好不好？我们共同努力。好，谢谢。好，谢谢政委。现在请林委员俊宪发言。啊，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啊，本席邀请吴主委，请吴主委。林委员好。啊，吴主委好。主委，在今年五月之前呐，啊，本席也曾经咨询过我们工程会的前主委，啊，那是在马政府时代啊。当时的徐主委啊，还自称他是工程会的末代主委。当时表示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啊要被裁撤掉，那么他的相关业务，像促进参与投资啊，就交给财政部；工程相关的管考业务啊，交给国发会。另外啊，主要的交通建设部分呢，就回归到各部会啊，向交通部来啊。可见在那个时候啊，大家认为这个单位是不必要啊，也没有价值单独存在。蓝绿都同意啊，我看民进党也同意啊。那一直到新政府派吴主委来就任。那我了解到我们工程会应该要也会继续存在，是不是这样的？是。那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认为根本不需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这个单位啊，根本就不需要存在，蓝绿都同意哦。那可见呢，在之前啊，工程会啊成效不彰，做的事情啊让大家很失望，没有发挥到啊他原来应有的功能，所以大家都认为那这个单位不如就裁撤掉了。你了解到吧？嗯，是啊。工程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工程会应该是民国八1995年啊，这个细节你不一定知道了。对，1995年成立啊，当时是李登辉总统时代，因为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建设的规模和金额日益庞大，所以在行政院中央啊有必要成立一个统筹各项公共工程的规划、审议、协调和督导的一个组织，所以成立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那1995年李登辉政府的时代啊，国家一年的公共工程的支出有多少钱？
这个最高大概6000亿啊，最少也有4000亿。那你知道明年我们的公共工程支出剩下多少？我们明年的公共工程支出都是在1800多亿啊。你做主委应该要了解了。你可见台湾哦，政府的公共支出啊，已经跟当年比起来啊，跟20年前比起来啊，足足少了4000亿啊。当年最高可以到6000亿哦，现在剩不到2000亿。那原本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啊，是火车头啊，可以带动民间投资嘛。那现在啊，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啊，啊财政困难啊，以及工程的效率啦、品质啦，反正很多的问题，你看现在只剩不到1/3啊。那可见台湾这几年来啊，经济状况以及国家建设啊，是多么的无力啊。所以如果一个原本啊规划要被裁掉的单位啊，现在吴主委你来上任，所以你的责任就很重大了。你应该要把这个单位给做起来啊，你要让工程会啊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如果你们再做不起来，本席我觉得啊，我会再提案了、工程会啊裁撤掉了，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嘛。所以吴主委啊，你要加油啊。是，谢谢林委员的鼓励啊。这个我也跟林委员报告，现在我们台湾的营建从业人口，就是土木建筑这样子，占8%。这个人口的比例跟日本、韩国都很接近，但是我们现在它产生的 GDP 大概是不到3%，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想办法加速扩大内需，尤其是政府很多，包括未来的这个轨道运输，或者是综合流域治理，这个未来一定要做的这一些公共建设啊，政府应该会加速来推动。是，那你也讲到重点啦、本来营建业，尤其是政府的投资。那应该是占我们的 GDP 里面、这个 很高比例的啊。是，所以我才用金额来讲嘛。对，以前一年政府可以花6000亿来做公共工程。对，现在剩不到2000亿。对，我们这个所占 GDP 不到日本的一半，也比韩国的一半多一点点而已。这个实在是很惨的一个状况啊。那你刚又提到了、那政府投资里面，你像那轨道工程，是刚好台湾啊，公共工程品质啊最容易出问题。延宕啊，最严重的就是轨道工程，机场捷运就是啦、台北市捷运还有一条线嘛，对，信义东线什么的，是不是？是，执行率非常差，轨道工程啊最花钱，最容易产生弊病啊，那工程的达成率啊最低，所以啊，主委，那这个部分啊，我不晓得你来以后啊，能够把一个原本啊大家都认为应该要裁撤掉的单位啊怎么再做起来。我不晓得各位同仁的现在、工作状况怎么样，士气啊，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很低落了。是一个要被分散解散掉的单位嘛，在这个单位做事情啊一点光荣感也没有。那工程会的存在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几位同仁所跟主委探讨的，我再举个例子，刚刚段委员哦，那个不远千里而来，跑到我们委员会，他特别给你提一个问题哦。他说啦，有厂商他就可以用办法技术性的干预啊，让你工程会啊一个案子啦，一个应该要决断裁处的案子，一拖再拖。我看一下资料啊，大概工程会一年啊收到的胜诉案件那1000多件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管考。刚刚主委回答说，是不是要来限制啦、那么以后那个预审会议啊开会的次数，我觉得你去限制开会次数啊，就是说逼他一定要做出决议啊，还不够啦，应该要再有时间的限制。那我请教主委啊，现在比如说啦啊，一个调处案子啊大概要多久可以结案啊？这个调处案现在就是看他刚刚林委提到的，他可能会做一些补件，
啊，或者是补充资料，所以正常可能是3到5个月，但是有时候会拖到甚至一年都会有，甚至拖好几年都有了、哎。但是在你给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呢、啊，并没有标示出这一部分来。你写的都是很好看的了哈、哦，可能是幕僚帮你准备的，什么一年呐、啊，接到多少案子啦，啊，结案多少？我觉得你要给我们啊，超过正常应该结案时程的这些案子数目了，一些详细资料你应该给我们了。好，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结案？嗯，啊，为什么那个一直拖下去？还有刚刚我们关心到的所谓不良厂商的问题，刚段委员关心的也是这样子嘛，就好像啊。最近啊，国防部啊，国防军事采购啊，发生了连续的弊案了、啊。这些公司啊，都已经产生牵扯到多次的弊案里面，但是还是可以不断的啊，来标得国防部的相关采购案。工程会的功能啊，功能不彰就在这个地方。像之前啊，最引起关注的云豹装甲车案，这个就是标准的借牌。刚主委有提到、哦、借牌一定要处分，对不对？嗯，对。云豹装甲车案啊，就是有3家公司啊，什么翼龙啊、启福啊、威轩科技，这3家想要去承揽，但是他们都不符资格，所以这3家呢，就去找中兴电工挂名来标，就借中兴电工的牌，因为他资本够大嘛，他才符合投标的资格。然后拿到这个案子啦，就开始乱来。他用不符规定的中国制的零件啊来冒充。那结果在验收的时候啊，产生很多的问题。已经有一大串的人啊被起诉了。像中兴电工啊是股票上市公司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公司哦，股票公开上市的公司哦，他一个案子被起诉啊，起诉谁你知道吗？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处长、专案经理、承办人员、工程师、副工程师，刚好一官拉霸掌，从头到尾啊，我还没有看过说董事长会跟勾结到最底下的承办人。那这种公司，他还可以再继续标我们的公共工程吗？公家的采购案吗？所以像这种啊，不叫厂商啊，应该要啊，工程会要拿出你们的魄力来，你才有办法去。你要回答吗？是啊，谢谢我们林委员哦，鼓励哈、哦、非常重要哈、哦。就是我们现在在法制面跟执行面呢、哦，其实都要很快速的进行一些检讨跟确实改进了、啊。那所以在法制的部分，我们相关的采购法跟一些执法细则，我们现在在进行中啊。但是有一些不必修法的，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把它做一些处理。那刚刚我们林委员提到的哈，就是说这些不良厂商，那不应该让他继续的啊，利用拖延的战术，那一直在持续在得标这些公共工程。这个部分我们会非常认真来检讨哦。那有一部分可能是相关法令的规定，这个我们也会来进行修正。是，我觉得你在法令的修正啊，不是只有限制说开会的次数了，你一个案子的结案哦，也要把那个时间限制出来。那为什么到了正常应该要做出裁断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做决定，是受到了恶意的技术性的一个干扰，刻意的拖延时间。你一个案子拖好几年没有做，他持续不断的去参与公家的工程和采购。那你像现在在如果我是有请我们这个同仁要检讨一下，就是很多遏制的厂商、哦、这个他确实是犯法的遏制的，这个应该是要统领全国的采购机关。还有啊，我们工程会的委员是不是也有扩充的计划？委员，我们今年有调整这个咨询委员，那申诉委员明年他的任期是2年。所以我就是说，一个原本应该要裁撤的单位啊，那现在再给你们增加人力了。我觉得工程委员应该找一些真的专家啦，是各种不一样背景的专家来强化我们工程委的这些委员的一个啊的一个能力和效率了。我主委啊，希望你能够把这个
原本让大家很失望啊，想要把它拆掉的单位啊，能够把它做起来，展现出它存在应有的一个价值，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好，谢谢诸位，好，谢谢，谢我们现在请肖委员美琴发言。好，谢谢主席，请诸委。请吴诸委。肖委员好。诸委，最近的这次的莫兰迪台风哦，是在台湾的南部，尤其高屏地区造成重大的灾害哦。那许多辛苦的这个电力跟自来水修复工程人员哦，也非常辛苦努力的投入，但是也因为高屏地区灾害的庞大哦，反而让很多中央的单位反而忽略掉东部其实也是有灾情，虽然它的面积没有像这个高屏那么严重哦。那尤其是我们有许多地方有土石流引发的这个道路的崩塌哦，还有道路路基的掏空哦，甚至是土石流整个流下来破坏道路之外哦，也影响到许多的农地哦，农地遭到这个土石流所淹没哦。那这些农民非常的辛苦哦，但是啊，其实一般的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些道路还处于整个崩塌的状态。那就地方的这些乡镇来讲哦，他们因为本来就地处偏远哦，这个相对公共工程的资源也比较少，就这些乡道哦、山边道路的修复哦，确实是会有资源不足，而这些道路哦，却又是民众进出必经之道哦，所以它没有抢通、没有修复啊，其实是造成居民非常大的一个生活上面不只是不方便哦，甚至是引发这个进出本身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央能够加以重视哦。那这些地方资源不足之处哦，能够以其他的资源来做挹注跟协助，是。啊，谢谢肖委员。这次的风灾，其实在花莲、台东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受到重创一个地区。那我们这一部分，包括我们台东哈，像爱国埔部落啦、红叶部落哈等等哈，还有花莲也有一部分，包括很多都是土石流前世的范围。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特别的哈，在最近。我们会请我们这个会里面的同仁到东部去看一次。我希望能够尽早哈，因为这些路哦处于整个掏空的状况哦，那车辆人员的进出其实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那么就举个像光是一个富里乡哦，其实像花莲地区富里、玉里、瑞穗、凤林都有土石流的问题。但是光一个乡，昨天行政院的东办跟水保局一起去看，光一个乡就要看整天看不完，你就知道这个灾情之多哦，跟它的严重性哦。那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这个乡镇是需要加以重视的哦，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尽早哦派员去了解，那尤其是在经费的需求上面，能够跟这些乡镇哦积极的来做互动哦，给予挹注啊，是那另外哦，在我们重大公共工程的管制上面哦，我看到你们提了几个，包括这一些指标性的重大公共工程计划，像金门大桥啦、国际机场的桃园的机场捷运哦之类的，但是在这些交通工程里面，并没有看到花莲居民最关心的这个苏花改的工程进度的掌控哦。那苏花改的工程进度多年来哦，遭受各种不同的进度上面的问题哦，包括路线的重新规划，那包括缺工，包括这个工程包商倒闭那包括现在遭遇到这个汉本遗址的挖掘等等的进度延误。那你们现在对于这项重大影响到花莲人安全进出的重大的公共工程的进度的掌控是怎么样？好，谢谢我们那个肖委员。在这个所谓的台九线苏花改这一部分，那个最重要就是汉本遗址这一部分。在上个月我已经有邀集文化部、交通部相关单位也做会商，所以在所谓的文化资产的保护，跟未来工程的推动，已经有比较好的共识。
也就是说，这个汉本遗址它在今年的这个年底之前，它应该把它做好妥善的保护计划，让工程推进，而不要让这个工程好像有遥遥无期的感觉。好，所以这一部分的话，那这一部分后续的工程在整个整体的进度，我们会请交通部这边再往前来提前。他们原来是预定到109年，是太晚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缩短。好，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未来这个努力的方向。我想交通部跟文化部都是政府的一体哦，那你不能因为各自的本位哦而去做相互的影响哦。那我们希望这个召集共识的态度能够更积极一些，毕竟这个涉及到花莲民众进出基本的安全问题哦，更涉及到现在整个观光产业命脉的问题哦。我们很多农产品进出哦，一旦遭遇到下雨天，整个土石流、苏花公路中断。哦，对于民众往来的交通，像这次台风，这个入侵，光是预报台铁就整天哦，在中秋连假整天停驶，哦，那我们台铁也停驶，公路也不能走，是没有任何一个连外的一个交通可走的替代方案，所以这个问题之严重性，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那刚刚主委提到这个年底前来将遗址的部分处理完毕交还给工程单位来做施工的这个共识你对执行上面有把握吗？有，那个当天那个两个部委的处长级的以上都来参加，当场我们也厘清了很多互相要配合事项他们也承诺就是文化部是杨处长来的。他也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我们在年底以前有两个那个重要的那个装机的部分，他要妥善的做好文化资产的保护，然后交给工程单位施工。好，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来进行哦。那么在交还给工程单位之后相关工程进度所这个延宕的部分，当然延宕的原因很多哈，包括我刚刚讲的早期很多的这个原因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符合居民的期待，如期来完工。那原来所设定的目标其实是108年，那希望我们工程单位还是能够每一步骤都能够严格的管考尽快来促成如期的完工。是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监督。那除此之外其实你们的工作项目里面有。针对闲置公共设施的一个使用跟活化的管考那之前也列了一些你们正在特别注意的一些比较大的俗称的蚊子馆但是就是闲置的公共设施。那就我的了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的居民跟基层需求，对于公共设施空间需求最大的即将会是长照2.0政策推动过程当中的我们所讲的社区型的多功能的服务的这个据点的空间需求。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社区到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公共空间，那有一些地方它有闲置的空间，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那在这个空间的盘点上面，其实你们在整个全国的盘点上只针对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这些公共设施，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小型的空间是适合做未来长照，尤其是交给社区来做这个多功能的长照使用。那有既有的空间还尚可使用的话，其实可以节省国家很多的资源同时也活化这些过去的蚊子馆。那这个盘点作业除了你们目前已经在管控的比较大型的闲置空间之外是哪一个单位在做统筹呢？是国产署还是在你们这里？现在的那个闲置空间活化是那个工程委这边他在统一列管但是这个里面各县市它是要互相配合的。你所谓的各县市互相配合是？对，因为各县市我们会就它被列管的部分提出改善计划。好，那这是被列管的部分，但是我们到第二个层次，其实就是地方对于空间是有需求的。好，每一个社区它的未来，尤其在我们示范计划开始推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至少要有个活动中心，或者是要有个空间可以来推动这个长照2.0计划的这个设施的需求。那这样子的整个哪一些地方要优先办理，哪一些地方是以
已经有既有的公共空间可使用的空间为优先，还是我们也是要协助来规划新增的这个公共建物空间呢？对，这个就是刚刚萧委员提到的非常重要，就是未来啊，不要为活化而活化，而是就像长照或者社会住宅啊类似的，能够把现在的一些闲置空间能够给它做一些连结，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理想。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未来会担任比较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他提出他的活化计划，然后我们就给他解除列管。这一部分我们还会尝试就它的功能效益，还有所谓的财务市场性等等，我们会做一些评估。对，但是因为我看到我也跟你们要过这个列管的清单哦，其实看起来是只有针对比较大的这些设施，那其实还有很多中小型的设施，那这些你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列管呢？我们可以把列管的门槛给它降低，就是现在 列管它当然到一定的门槛，我们给它降低，我们这样子啊，当然人力会有一些影响了，不过我们会尝试来处理。好，那做什么样的规格的降低呢？好，就是我们现在有分类，我们现在大概整个闲置空间它有一定的这个分类哈，我们现在就是函请我们全国各机关做一些盘点清查。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它里面我们那我相信在各地方盘点清查之后提报给你们，还是有很多并没有列入你们的列管当中，因为就光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地方的这些公共设施是有很严重的闲置的状况，但是并没有纳入你们的列管清单啊。是，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集合的一个重要项目哦，就是说它本身它的闲置空间它有盘点有清查，但是它未来的使用计划这边是不是符合未来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期待，这个都蛮重要的。好，那我想地方对于未来发展的期待主要应该还是聚焦在这个长照 2.0 社区的这个老人的不管是日照或者是其他的多功能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活动空间哦。那这个活动空间真的在很多社区里面是没有的，是匮乏的哦。那如果说政府要全面推动长照哦，那这个空间的盘点它的设施的这个规模一定是要降低，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降低它的一个规格跟标准哦。那对于一些中小型的设施也一定要来纳入，我们才能够有效来执行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社区型的长照计划。是，好，谢谢。好，谢谢萧委员。现在请简委员东明发言。主席、与会人员，有请吴主委。请吴主委。金委员好。主委你好。你们106年度的市政计划，其目标跟重点的第一项，里面就是要提升这个公共建设的执行率。我想这是第一项。我也觉得说你们公共建设委员会针对这个执行力的问题应该还要继续再加强。是啊，谢谢曾委员。因为现在整个工程的执行力几乎都是偏低的。不要说平地偏低，原住民更严重。我们就拿这个去年，我让主委了解一下哈。去年的七月、八月、九月，前面有一个表，三个台风，到台湾来重创我们几个乡。今天我所列的这个表大概是新竹县，新竹县的哈。整体的我们七月份这个苏力台风哈，大概在新竹部分有228件。发包件数是168件，发包率是73.6%，完工率是35%，这是七月份的。八月份是潭美跟康瑞的台风，这个发包率是只有61%，这是全县的哈。九月份这个天兔跟菲特的这个台风，发包率44.4%，这个是全县的。
我们在新竹县有两个原住民乡，啊，这个红色的部分哈，那个主委可以看一看。新竹五峰提报了85件，这是七月份的。未完工的部分是84件，只有完成1件，比例只有达到98%，执行率哈就没有完成的98%。尖石乡啊，他提报了48件，未完成是41件，未完工率的比例是85%。那么去年的8月份，唐美跟柯恩瑞的这个台风，新竹五峰提报15件，没有完成是14件；尖石提报22件，没有完成12件。9月份这个表面列哈，尖石提报8件，那个完工的0件，没有1件，一年多了。这样的执行力怎么来做复建的工程？怎么来造福我们这个沿线地区的灾民？不晓得我们诸位看到这样的数字你的感觉怎么样啊？谢谢金委员哈，这个我这样看的话，这个数据是非常低。那在原乡，尤其是在山区原来工程就难度比较高。第二个，它也比较不稳定。那我们以往灾后我们在做一些灾损的重建复原的时候，通常会抱着人定胜天的态度去面对，那当然他就没办法完工。其实这个有些工程其实他要顺势而为，有时候要等待这个灾区稳定之后他才能够施工，这个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就一直在重复做这些事情，一直这个有点浪费的感觉。所以我们未来像这一些风灾之后复建工程，我们会严谨做审查，尤其是还没有稳定的，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做严格的把关。是，据我了解的情形哈，不是乡公所执行不力，所以我想那个主委大概你也提到了部分的因素，我想还是要深切的去了解去检讨。公所有几乎有的案件哈，发包了10几次，发包不出去。当然有它的原因啊。第一个，地处偏远，投标者这些厂商哈，意愿不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这个比较重要。中央的补助款呢，几乎都是以平地的这个补助的标准来编列，没有考虑到这个行程跟地点这么远，所以我想，当然这个预算的编列可能没有办法牵涉到我们委员会了但是你没有建议的那个必要不应该跟平地一样这个价格方面应该你要有一个工程的方面的一个诱因你没有诱因。去做一些那个没有办法赚钱的工程，当然没有人愿意去标所以我们编列了这样的预算，有这样的好意要去做复建工程，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就延滞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二个因素。是，希望诸位能够了解。另外我想，我们当然要兼顾到品质要品质。希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诱因的方面主要就是单价嘛。就是单价嘛。现在不晓得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没有怎么样好的一个措施来去提升这个执行力。是，谢谢我们钱委员这个我们只要确定当地是安全稳定的，那这个工程尤其是偏乡的单价应该要足以提升，那目前大概平均是可以提升20%左右20%不一定够，有一些它事实上难度非常高这个我们未来会针对个案再做一些微调。是，所以尤其一个工程发包到10几次还政府还没有办法去关心去提出检讨我觉得这个相当严重了。
其实发报到第三次、第四次，这个就已经有问题了。对，现在跟监委员报告，这些在三区的工程，尤其是台湾的防汛期，会到十一月，也就是说，这个防汛期之间，这些工程其实它的风险非常高。一般的厂商他并不容易去把这个工程完工哦，这个也是除了单价以外，还有工期，还有风险啊，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完工是当然有时候在工程方面这个地点呢，包括它的难度哈是有影响，但是它的那个发报率啊，像我讲的发报率啊，发报率还是这么低啊，所以我想这个诸位哈，将来这个原住民地区的这个公共工程哈，在单价方面尽量能够想到哈。能够便于来做施工，有这样让我们这个厂商有这种向心到山上里面来做这个施工，要不然你看八十五件核定八十五件的工程，一年多了没有完成的是八十四件，就完成一件，这很严重啊，七年七月啊。所以这个地方本席啊特别要求我们吴主委上任之后，针对执行力的问题，你们列在第一项啊，你们施政重点里面的第一项就是提升执行力啊，所以这一点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做一个重新来做一个调整，可以吗？可以，这个我们会虚心来做检讨，那也会做必要的协助啊。另外红叶哈。这次遭受到非常重大的灾害，红叶国小红叶村了啊，我想诸位应该早就听到这个村庄嘛，它是我们棒球的一个发源地，相当有名的一个部落，没有当时这个村落的小朋友打败当时世界的第一名日本的吊部队，我想我们。棒球的发展没有今天呢、没有今天这么好。当时也引起了我们原来我们台湾的棒球能够打到这么好。但是他们这次遭受到几乎村庄都遭受土那个淹埋的这种过程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重视，媒体也一再的报道。里面当然我们也看到村庄的一些所提供的意见。主要发生的问题哈，我想，我是希望我们工程委员会哈，能够去调查，能够去了解，因为他们都认为说是林务局林道，林道施工问题所产生的，而且那个林道的那个部分是每一年都在塌陷，当地居民都有反应，都一再的反应。结果林务局在104年大概去看了一下就交代相关所说你们找相关单位来去处理就铺了水泥铺一铺就那个了。这个有没有人谋不臧或者是疏失这问题这是不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能不能去调查这件事情。好，谢谢。谢谢金委员，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就会开始到现场由我们的沿路主委率相关都能够去。那这个里面当然这个红叶它很有故事性，对台湾的棒球发展也非常重要，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就现场部落的需求到底他们比较喜欢在哪个范围，这个一定要尊重他们，但是我们要的是安全稳定的一个将来重建社区的土地，这个我们会协调国有财产局或者甚至台东县政府这边来协助，我们希望说未来的这个重建的社区它是一个能够永续发展的地方，那我们也能够满足我们红叶，我们部落那边的一些需求，就下个礼拜，对，那重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棒球的对台湾的这些故事，我们把适当的这个语汇给它纳入，就两个方向了，第一个就像刚才主委所提的了，第二个就是我所要求的，针对林务局这个林道的部分，它的工程的品质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他们有什么疏失，我也希望一并能够去了解，好不好？好，这个原因我们会做厘清的。嗯，好，谢谢。谢谢郑委员。现在请陈委员述阅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吴主委。请吴主委。陈委员好。吴主委午安哈。你好。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政府的公共工程最为人所诟病的哈，最主要就是有两样嘛哈，一个就是这个施工品质的不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工程进度的一个延宕。那产生这两项原因哈，造成这两项状况的大概就是像工程品质不良，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回扣的问题，或者是说竞标不符成本，所以造成厂商他会这个偷工减料嘛哈。那像工程施工延宕，有可能就是这个得标厂商他的履约能力不足，或者是说在施工过程当中遇到民众的抗争陈情，然后变更设计啊之类的哈，所以就是我这种两种状况来产生了哈。那如果说一项政府的公共工程哈，能够避免这两样的这个状况的产生，我相信一定是100分的了哈。那身为这个政府采购法、还有技师法跟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哈，那主委你要怎样来去管理哈？就是说从源头去管理，防止这些弊端的一个产生。好，谢谢陈委员哈。其实工程会有品质的问题，或者是进度落后，甚至是公安的问题。事实上，采购机关跟施工厂商他都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刚刚陈委员提到的，在采购机关的源头管理，他的采购需求就应该描述的非常清楚。未来厂商也不要说啊，这个在采购机关他的采购需求描述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工程啊，一脚就踩进地雷，以后再变更设计、延宕，甚至做不起来。那同时，这个采购机关他也要对未来的这个履约厂商，他的履约能力一定要确认。所以在采购的源头跟这个厂商的施工能力这一部分，双方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这一些加强，事实上未来的争议，包括工程品质的延宕、落后等等，这个都会显著改善。对，那工程的发包的机关，它主要还是依照我们的采购法去发包这个工程嘛。对，好，所以就是说很多状况也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法律它所规定不足的一个范围内，好，也不一定是主办单位它要去有想要去发生那样子一个状况嘛，哈。对对对啊。对，这个跟陈委员报告哈。那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辅导协助，我们希望说我们国内的包括各部位各县市的这个采购机关要善用采购策略。其实现在的采购法它是非常有弹性的，但是一般来讲他们会挑最简单的认为是对自己是最有保护功能的所以就是变成就用简化的方式去把工程这个厂商选择以后，就把问题丢到后面去了。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说，从整个生命周期、整个工程的生命周期，从头到尾，我们都要每一个阶段都要做检讨。对，其实会发生在采购机关的部分啊，最大的弊端应该就是回扣的问题啦。好，就是你要怎样杜绝采购机关，就是办理的这个人员之中，怎样去收受贿赂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嘛，就是要杜绝这个问题的一个发生嘛。如果杜绝这个问题的发生，我想会发生在采购机关的问题的应该是比较少，那一般可能都是发生在得标厂商的条件问题上嘛。好，所以这两方面你们工程会怎样去思考？是，现在这个如果是厂商他用抢标的方式拿到工程，他就可能想尽办法，他要把他的成本或者利润赚回来。对啊。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啊。他可能就会用很多方式去利诱我们相关的这一些监工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工程管理人员
好，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人的部分我们当然法制面可以啊进行一些的这一些加强，但是实际上这些太阳我们也在留意哈，在留意啊，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最低标要有立标，有立标也是会有人的问题，包括评审委员的问题，对对，哦，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都非常留意了。好，哦，对，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有最有立标评审委员的问题嘛，好，那我也有看到。在您的这次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那你在六月份的时候也有做过宣示了嘛，就是说在未来重大公共工程的建设跟采购要优先推动走向这个最有利标嘛，那在这个部分里面你其中有提到，就是说要求这个招标文件公告前评委名单要公开透明，要公布在这个标案标单里面嘛，哈，是，你觉得这可行吗？可行啊，这个我们，像我以前在办过的工程，我们的重大工程评审委员都是全部公开的。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比较不同的看法，欸，对，因为，就我所接触到的哈，就是说有过的一个经验呐，很多评审委员他如果说面临压力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拒绝担任这个评选委员啊，那会不会造成这个标案找不到评选委员的状况？是，我们也征询过我们国内这一些评审委员资料库，大概有一半一半，一半会觉得这个不公开好，一半觉得没问题。啊，是啊，哦，所以这一波的话，我们如果强化未来这个评审委员哈，他的这个信心，这个也很重要。另外，这个评审的费用，我们应该也注意提升，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评审案件2000块，评审委员其实很多啊都很忙。对啊，你说一个评审委员评审的出马费车马费才2000块，对对，那他干嘛为了这2000块去替你背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去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对。然后你也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文化嘛，这个官说的文化，这个不可避免的嘛，那。这个一个标案出来，那很多厂商他想为了要得标，他一定会四处去打听这个评审委员。其实在以前不公开的状况下，本身就遇到很多厂商会透过各种关系要去打听评审委员的名单，然后希望透过关系，去希望能够得标。那未来如果说你在公开的话，那是一定更没有办法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啊。这个跟评审委员报告哈，这个委员公开它有好处，第一个就是它是资讯公平，第二个因为委员他是不是试任这一项的评审委员接受公平，就是说这个委员他是机关首长圈选的，那你现在是做所谓的水土保持，你这些委员他的专长是不是适任，这个要接受社会公平，好，但是如果你是用所谓的不公开，当然我们也没有排除，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些分析，是这个案子它的特殊性，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采购机关，他如果有心的话，他就可能会藏暗桩，好，这个里面很多委员他不适任的，他没办法接受公平。好，那所以我们希望一直鼓励说，全世界哈非常重要的这些公共建设等等，其实他的委员都是公开的。这个当委员就是要有抗压性，而且要有荣誉感。好，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做鼓励。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走的方向。但因为这个部分哈，我是希望建议主委要再审慎评估一下了，或者是说在这个部分有强制性吗？未来没有，我们当然是以这个公开为原则，但是如果采购机关认为你有必要性，你可能要做一些做一些分析，说不公开啊，这个他们有可以有选项。好，如果是有选项的话，本席就可以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强制要公开的话，我觉得在实务面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啦，因为其实很多制度哈，不是出在法律的问题，也都是出在人的一个问题啊。好，所以你要怎样去避免，就是说这个评选委员收受贿赂，然后替这个特定厂商护航这种状况，好，我们要去思考怎样去。去避免，就像刚刚也有委员提出质疑的啊，最有利标会不会变成图利标这种状况，我们要去思考周全一点啊。好，那另外就是说，在您推动这个最有利标的话，有金额的限制吗？还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推动最有利标以巨额采购，就是两亿元，就是用最有利标。但是两亿元以下也一时性高的也可以用最有利标。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改革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不是太累则优，我们希望很多是可以转累为优，就是让他还有一点机会。但是你厂商，一般的厂商都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公平竞争环境。那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在宣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持续的把这个压力啊，把它加注在很多采购机关，因为这个是必然要走的趋势，全世界的潮流都是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在政府哈办理这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发包，就是刚刚我刚刚讲的，其实在重大就是巨额的采购案上哈，我们就是像这品质还有施工进度这个部分很重要。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刚那个也有委员提到的，就是工程一再流标的这种状况哈，其实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像本席在地方接到一些地方乡亲的一个陈情案，结果我约相关主管机关去看的时候，结果他们说啊，去年办理过招标了，流标三次发包不出去，好，所以只好今年再继续来办理这个招标。可是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发生？那要怎样去避免？这个跟陈委员报告，其实这个刚刚特别提到的采购机关的采购需求要描述的清楚，而且要有合理的利润啊，给我们的厂商。因为你如果一直没有给合理的利润，很多公务人员他不敢对做主啊。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有利标，用很多种面向来评选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如果用最低标，最低标受害者是谁？那就是劳工朋友。因为你用最低标，你得标以后，他不可能赔钱，他一定是最后一定是劳工朋友吃亏。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直觉得说，应该要给厂商合理的利润，他才能够永续啊去做竞争生存嘛。其实跟那个百姓息息相关的，都是一些小型工程比较多啦。那小型工程遇到的状况就是不容易标出去这种状况了，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也希望说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这部分可以再去做一下通盘的一个了解哈，然后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让发包的这个采购机关哈能够比较顺利把这个工程发包出去。那另外我再请教主委，就是说您在这个五大配套措施里面，你有提到就是说针对最有利标的案件，你要适当给予未得标厂商奖励金呐，哈，这个部分，观念蛮新的。那我不晓得说你的具体做法是怎么样？是台湾的比较不好的文化，就是第二名会检举第一名。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鼓励优质厂商来进场参加投标，那他可能在前三名或者是优质的厂商，你给他补贴他的备标费用，很多重大工程他的备标费用很贵，所以你适当的给他一些所谓的奖励金，事实上是等于在弥补他没有拿到这个工程他所付出的一些代价是每一个标案都这个由这个将来由采购机关去衡量，就说譬如讲说他的备标费用如果说他的规模到这个程度，他备标费用可能到150万，那你可能在第二名你就可以周予给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应该还是你们公共工程委员会来定吧，是不是？不然采购机关他怎样去定这样子的一个奖励？定也可以了，也是提供他们参考了，就是说这个是那看工程的规模来做决定我觉得这个适当的我们补贴我们这个厂商的备标费用，邀优质的厂商进场来参加投标，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对，好，谢谢主委。好，谢 谢我们陈委员。现在请李委员洪军发言。好，谢谢主席。主席有请主委。有请吴主委。这个刚刚前面很多委员都在针对采购法的问题其实依照我们以前的在整个的一个采购的法的一个过去回顾它的历史，最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用有利标，然后后来因为有利标经过很多的这种这个评审委员也好，被上下其手也好，然后引起社会很大的一个声音出来之后，然后就把它改成最低标。
那最低标改成了以后，后来又因为最低标又变成它的工程的品质，就因为抢标嘛。然后抢标，因为它的工程品质的整个的一个问题的产生，然后现在又开始恢复要谈有利标。那可是它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突破？这才是重点嘛。就是说，简单来讲，公共工程两大要素：第一，一定要品质要好；第二，如期完工嘛。然后再第三啊，但应该还有一个第三，第三就是最适当的、合理的金额嘛。你该给人家赚还是要给人赚，可是在赚的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金额，这三大要素嘛。那这三大要素如何来确保？这个才是我们在公共工程里面它的核心价值嘛，对不对，诸位？是。那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重新再来探讨有利标的话，还是要以这三大要素为最它的基本精神嘛，是不是这样？是。那如果要它这样子的最基本精神的话，我们要进行的方向就有很多了嘛。对。那打个比方，你要符合这三项，要怎么来处理？哎，我跟李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现在的采购制度，我们会鼓励重大工程采用最有利标，最主要它两个面向，一个就是采购机关的采购需求要描述的非常清楚，这方面以前并没有做到，包括未来你要因应很多像资讯软体、物联网、云端这个东西，将来的采购它可能会更具开创、更具弹性，所以这一部分未来采购机关的采购需求的描述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采购机关对厂商的履约能力也要确认，所以说如果在采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采购机关跟参加招标的厂商并没有面对面去做一些讨论，事实上就这样子就依照价格就签约，当然是不行哈。那这个里面会隐含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李委员也特别提到，其实这个有利标推动的时候，这个委员是关键，就是如何慎选委员，让这个有专业的委员，这个能够有专业成功，能够在这个案件里面能够做适当的处理，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现在特别跟李委员报告，国内的这个采购机关所长，他有负责勾选委员的责任，但是一般来讲，他们都放弃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用所谓的这个外聘委员大部分其实法令不是这样规定的，法令是规定外聘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就可以了，所以内部的委员如果都是公务员，你如果在所谓他的专业上都能够从内部委员先挑不足的部分，再从外聘委员来临补，其实这个将来对采购的评选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是有几个盲点的方向了，第一个就是说在招标细节里面，包括图说包括内容要非常清楚。对。那厂商其实公共工程就有一个基本上的，就是我们讲的公务人员心态。当你得了这个标以后，你发现图说有问题，那是你家的事。那可是另外一个逻辑也是对，你要来投标的时候，你本来就应该要看清楚的问题。我打个比方哦，你刚刚讲到说两亿以上的工程算是重大工程，你要去看它啊，看它以前哦，以前的历史哦，如果你两亿以上的工程哦，将近有95.25%的案件呢、95.25%等于是100%啊，都要延展工期，到现在为止哦。然后82.3%的案件要干嘛？追加预算。到现在为止哦。所以这个问题的潜在性是很严重的。我不管你，只要两亿以上的工程，几乎都是延展工期、追加预算。这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你看它的比例就知道嘛，80%以上，然后。这是追加预算，延展工期将近100%。那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把它回过过来，就是什么？你的图说的问题，包括你在算标的问题，还有包括你来投标的厂商的品质跟资格的问题。那你今天你在投标算标，你本来你的投标厂商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他该有的知识嘛？好，可是。当你在设计出来的东西，你也要有它的一个充分的量、充分的细部的内容。我打个比方，机场捷运就好。
机场捷运设计还没完成就发包出去了，对不对？他土木跟机电他是切开的嘛，完全机电还没有设计，哪里在哪里也都不知道，要采用什么系统也都不知道，发包出去了。啊，这问题出在哪里？这问题出在也不是单纯的一个发包系统跟采购系统而已啊，这是决策的问题嘛，对不对？哦，那我打个比方，金门大桥盖到一半，厂商没办法了，垮了。啊，这个是出在什么？是厂商的素质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是说我只是要他的有利标或者是最低价标，不是单纯这两样的单一的问题而已。我再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的营造厂来投标的厂商，那个施工厂商是不是分甲乙丙，有这样区分嘛？对不对？对。那我现在就是搞不懂的，就是说你达到丙的，他还是可以来投标啊。照现在的法令啊，你拿到丙的还可以来投标啊。那我们的公共工程的怎么可以容忍拿到丙的人来投标呢？对不对，诸位？是，对，这个就是，我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你以前这个厂商他的优良记录或者不良记录，他要跟以后他拿到这个工程，他要有很重要的连结啊，所以这个机制没有建构起来。现在就在建构这个。好，所以现在就是说，我讲几个面向，就是说，拿到假的，那你当然我们继续鼓励他，是继续来投标。拿到乙的，我们就要给他警告了。可是这个甲乙丙，你到时候你这个制度一建立起来的话，我跟你讲了，以后在评选他们就会使劲脚力的，让他可以想办法100%都拿到甲。他们的脚力就会出来了，那如何来把这个游戏规则把它定出来，还是要做嘛？是，对不对？还是要做嘛？好，所以丙的，我讲句难听一点的，丙拿到丙的话，根本连投标的资格都不可以给他，是不是这样？是。那把这个赶快把这个厂商的分级制度，要赶快把它建构起来，然后包括有施工不良的，包括甚至于有贿赂的。有这样类似的这种不良的厂商，我们如何来把它杜绝，这是第一个嘛，是，对不对？这个要建构起来嘛。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格标常常在设计上面就是用资格来绑标，你懂我的意思吧？是的。我先把你的核心机电把你绑住了，全世界就这么101家，你要找也找不到，你要用也用不到。那这个从设计绑标，这个也是常常在我们的公共工程里面最常见的问题。那我们去如何来去杜绝这种设计绑标？我不要讲公共工程，私人的更多啊。对，这个跟立委报告，设计绑标是可以杜绝的。就是说，你现在的所谓的资格，它的时机、它的信誉，其实。营造这个辉煌历史的那一群人已经走光了，老板也换人了，当然不能够用在这个个案工程了。他这个应该个案工程，你将来的所谓计划主持人跟将来的队伍，一定要在招标评选的时候做清楚的交代。所以我今天我只是跟主委点出他真正的几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去克服杜绝。我打个比方，你刚刚在回答前面的委员提到说，我被标第二名的。我给你补偿金额，他就不会去告第一名的。我跟你讲，照告，因为你能给他多少钱啊？是，是给他这样而已啊，跟他实质上得标的金额，你也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大的饼吧？对，跟你那我们现在反过头来，我们反过头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当你如果是得标的是合情合理合法，一切照程序走的，对，那第二名当然很不舒服啊，你要告可以啊。可要告是他的，他该有的他的基本的权益嘛？对，我觉得这个风气也是让他留着，也不是坏事啊，也让第一名不敢上下其手、啊。对，可是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就是说表示你第一名、第二名都是在上下其手啊，结果第一名下的重手比较重，第二名没得到，他知道过程，所以他去告他，也有可能嘛。对，那个。
有可能哈，不过这个一般来讲，那个第二名一般他们会有不好的习惯，就是随便告。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现在讲到一个重点了，对，随便告。如果你是随便告，对，那我就处罚你。那你现在从你的现在在检讨的厂商的资格里面，他的经验、工程品质，你从这边才开始嘛？对。啊，这个也跟李委员报告。其实这一些所谓的奖励金，是事实上因为有第二名、第三名。我跟你讲，这个长行很多。我们立法院，我们很多委员同仁哦，我也不好意思讲，有的也搞不清楚啊。好像这个弊案好像很大的弊案，可是他是第二名给他的资料，也有这种情况啊。对。哦，我们坦白讲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要会去判断嘛。啊，是不是会成为人家的打手？这个也是一个判断啊，可是当你要成为人家，到也有他的正当性啊。第一名搞不好问题很多啊，是不是这样？是。然后第二名不服气啊，他当然他有他的申诉的地方，他必须要来申诉啊，这也是合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几个核心的问题哦，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还是要好好的重新再把它好好的确确实实的把它拟定出来。刚刚我讲了那三大要素的核心基本精神，然后再来。在审查的过程，未来在裁点各方面的公告、公开、透明都要应该要做出来，因为这样子才会让这些评审团队，他们不会有受到人家的绑架之嫌。是，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评审各个去突破嘛。是，我要的是名单嘛，我拿到名单我就各个去突破嘛，我只要知道其中一个，别的我全部都知道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也是长期的诟病嘛。是是，好不好？好，好，谢谢。现在请黄伟哲委员发言。黄伟哲委员不在。现在请叶委员已经发言。请吴主委。请吴主委。委员好，主委辛苦了哈。主委，公共工程促参的部分移到财政部，然后审议管考的部分移到了国发会。那我们剩下采购的部分，而且采购还只有解释，负责解释，没有实际执行的功能哈。那其实这是本来是为了组织再造，可是新政府呢？觉得旧的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再造呢是越改越大，越改人越多，越改越乱，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暂时不动，然后过一阵子呢大家比较了解熟悉上手了以后，再来重新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组改的方向，所以呢公共工程委员会还大有可为啦哈，但是要看各位怎么作为了哈。比如说如果各位再继续像以前这样，那可能真的大家就觉得这个会掉没有什么关系，无所谓。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做得好的话呢，也有可能哈变成一个实际执行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发包。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采购嘛，哈，这个部分，那甚至把分出去的，其实有可能干脆这里就变成一个统一发包中心，整个公共工程呢就由各位来执行，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公共工程品质提升，弊案根绝，哈，这是一个期许了哈，主委，你是内行的专家哈，谢谢，不要妄自菲薄哈，加油哈。好，那么我今天要质询你，如果是只是公共工程委员会，那其实没有什么好问的啦。可是我刚刚说了哈，这个前提再加上你是政委，而你是主管这一块公共工程的政委，所以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努力的地方哈。所以今天这个质询就变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要质询一个政委不容易了哈，几乎没有机会的哈，所以不好意思，今天所以大家也很热烈的要来质询你一下。来，第一呢，我们讲促餐的部分，
这本来没有办法咨询你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到财政部呢，其实不会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这跟我们的整个经济的这个进步发展非常的重要啊。这有点可惜，因为之前的不作为啊。来，我们说促餐呢，其实因为最近我们地方政府呢都提高了房屋税的评定标准，特别是六都。那这里面呢有很多就变成怎样，促餐里面的规定大部分都是厂商，所谓的乙方的厂商呢负担房屋税，负担房屋税。而这些房屋税的提高呢，其实是倍数甚至是几倍的提升。那这个 BOT OT 案的这个利润呢被房屋税几乎吃光，也就因为这样，很多厂商有新建中的、营运中的、参与促餐的，通通不做了，他们不要了，放弃了，导致现在同样在交通委员会，港务公司就留下很多空厂房没有用，没有人要来，反而变成政府跟民间双输。事实上，我并没有反对说照着真正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房屋税，但是我们要知道 OT BOT 这些案子到最后产权都是政府的，没有炒作房地产，这个产权是政府的啊，没有炒作房地产，但是呢也因为要缴这个房屋税没有人要来，所以这个呢我期待，这时候我要说期待政委啊，因为这个公共工程被挪掉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依照促餐法39条给予适当的减免，或者再没有办法也应该用情势变更原则，让双方营运成本的契约可以稍作修正。主委你可以考虑好，是，政委，谢谢，谢谢委员。我觉得你有点头，好，我时间非常宝贵，你 yes or no 就好，好不好？好，请你去演绎一下。我看到你有点头，是，真的，要不然我们是双输，空在那里是双输哈。好，谢谢你的考量。再来，大家都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管考的部分，来，我们说。刚大家有讲到不良厂商，我举一个最具体的，我不知道政委你刚上任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最诟病的金门大桥没有人要来了，因为一个烂摊子，他把最容易做的两边，然后深水区他不做了，这一家工程他本来就不应该得标，他是不良厂商，他是专门要来 A 政府的，摆明了我就是要来吃政府 A 政府，我们还是故意让他得标。我说故意哦，怎么说呢？这家不良厂商在之前就已经犯错累累，什么五羊高，什么国道六号。我今天很感动，我们的这个招委为了我们的劳工安全来发言，我真的很感动。公共工程竟然发生公安，真的是行政部门的耻辱。虽然那是旧政府，但是我们身为交通委员会同样感到惭愧，这家厂商出了那么多条人命，结果呢在提报程序上他出了事，是啦，出了事马上提报，可是出了事开始提报到认定他为不良厂商这段时间他照样标，你说这家公司要不要脸啊，他照样去标，哎，结果呢还得标，还得标哦，好啦，就让他得标，就在他得标跟签约之间他已经被提报为不良厂商了，他得标了但是还没有签约，这是一家不良厂商，诸位你怎么做，这个时候你怎么做，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不良厂商，我们会发文禁止他签约，不是啦，诸位，我要告诉你，这是过去的。对对。但是过去之前，我都跟你讲很清楚，怎么样过去了。他被提报为不良厂商之前，他得标了。其实他不应该让他得标，但是他得标了。
但是还没有签约啊，这样的不良厂商你还要跟他签约哦？对，哈，对，诸位，我们时间非常宝贵了。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就现在，如果现在做啊，就是我们就提醒那个采购机关，就是不要跟他签约。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好。好，非常好，我要的就是这答案，提醒我，甚至要你就制止他去签约，好，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势发生了，好不好？好，再来还有一样，这就是你们了，这不是过去，这是现在，诸位，一样是交通委员会非常非常关心的，叫做桃园机场捷运，这个全台湾都很关心，这个呢你上任哦，你上任以后去看了很多重大的公共工程，对不对？你也去看了桃机，也去看了桃园机场捷运，有没有？你也坐镇这个风灾的复建，诸位，你去看了，可是去看了以后，我们没有听到，我们非常相信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专业。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公共工程委员会针对桃园机场捷运有任何的看法。诸位，我刚刚有说不要妄自菲薄，你还是政委，你怎么看机场捷运呢？请，这个很重要，请按你的麦克风，这个要做记录。我们要求他不能降低标准，就是刚刚我特别提到的。这个稳定度要99以上，这个是全世界轨道运输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希望你对外大声一点说哈，你现在说的我都没有在任何的 场所听到，也没有看到媒体报道。第一，你要求稳定度要达到99以上，是。第二，不能降低标准，只有这样吗？只有这样吗？对，我们也跟他要求了，他们其实是针对安全稳定的部分啊、做出重要诉求。我希望他能够可信赖的，对。你希望他们怎样？就是这个品质要可信赖的这一部分，当然就是很多这个都太空洞了。对，诸位，这个都太空洞了。慢慢你就会了解我的性格。嗯，我都是要直截了当。嗯，我就是要答案的。我要很清楚的问你，你要很清楚的回答。我现在就要很清楚的问你，你赞成先通车再改善吗？没有，我叫他改善通车是要绑在一起的，没有先通车再改善的。但是如果你依照契约的标准通车之后有履约的争议，可以在后端，这个是两码事。哎，这是两码事。好。所以你是不赞成先通车再改善、嗯这个、这个本来就是要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通车。我还是一样期待你，再一次的期待你，该讲话的时候要讲话，该大声的时候要大声，因为公共工程委员会就是人民直接的感受，人民直接看到的东西，也是一个政府成败人民最直接的看法。 好，最后再一个风灾，你负责台东的尼伯特风灾，结果呢又来了一个莫兰蒂，这个比较麻烦，台湾没有办法一定的不断的要有台风，要有风灾，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风灾当然它三部分，一个就是要赶快恢复、这个卫生的系统，水电没有电信没有。诸位、我要你站在你公共工程，我不是要你站在消防、防灾、救灾，不是救灾，我要求你站在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立场，就建物。好，我直接再讲清楚一点我的题目好了。好，你有没有觉得台风来时最大的杀手是什么？除了风以外，它吹什么？什么工程会因为风灾受影响而影响到安全？好了，我直接了当讲答案，叫做招牌，是不是？扛棒，叫做铁皮屋。诸位，公共工程委员会虽然小，但是公共。非常重要，工程非常重要。这个部分呢，我期待我们看能不能就这个部分来有什么样的规范，否则的话，
是啦，风灾是天灾，但是这里面呢，其实造成伤害的，除了天然的灾害以外，人为的伤害其实也不小。所以我跟叶委员报告哈，刚刚叶委员提到这个确实很重要，铁皮屋违规广告也好，或者是广告招牌不当的广告招牌，另外就是像电线杆部分都要适当的地下化，就是我们希望非常好，常常这些县市要有韧性城市的这种概念。好，很好，主委就是这样啊、哦，不要忘记，你除了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以外，你也是政委，政委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跨部分，比如说招牌啦，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营建署的这个所谓铁皮屋的都市景观等等的，甚至于现在所谓财政部的促餐的部分，或者是其他内政部跨部会的政委可以做，我们期待你来改善我们的公共工程。谢谢。谢谢叶委员。现在请邱毅云委员不在，现在请钟委员嘉宾发言。主席，与会的委员会先进，那么列席的机关的长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各位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有请吴主委、吴政委，请吴主委。钟委员好，主委好，是。今天难得在主席台上的主席跟您都是来自于高雄哈，我的隔壁哈。那我想一下，刚刚延续的叶委员问的问题哈，我发现呢，主委的资历啊，有很多都在高雄市政府哈。我看到您从下水道工程科长、副处长、处长，到公务局的副局长、局长，高雄市政府的秘书长、副市长，这我不用念嘛哈，这个你比我还清楚。看到您的资历相当的完整，都在工程部门，所以你来主持工程会无话可说。请问一下，您在政委的范围内督导哪些部会的业务？我督导就是公共工程，那包括灾防，还有交通部的交通工程，是，还有经济部的水利工程，是。好、哦，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像像故宫啊，或者是文化部他们工程的部分，这是我们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下一章呢，在去年的苏迪勒台风的时候呢，这个还上了那个学测啊，大学的考题啊，歪腰油桶哈、哦，大家那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哈、哦，13级风把油桶吹歪了腰，大家还成为观光据点。但是当台风一个比一个强的时候，大家开始笑不出来了。我们看下一章，这也是苏迪勒台风13级风，你看后车亭整个吹断了，这个应该不陌生吧？这个不知道在高雄还是在台北哈。哦，整个候车亭非常现代化，有各种无线通讯，还有灯光显示的呢，也就不堪使用了。再看下一张，好了，到了杜鹃台风的时候呢，17级风来了，玻璃就整个吹裂了。再往下一张，今年比较早期的尼伯特，连测速照相、红绿灯都吹垮了。请问一下主委，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台风叫做莫迪加，莫兰迪呢，后来主委下去陪同院长去看灾嘛，陪同总统去看灾了嘛。是。您看了一下满目疮痍的灾区，包括高雄跟屏东，有没有觉得这些事情要怎么样来预防，或有没有能力来解决？对，这个台风是很难预防哈，但是我们本身的防灾很重要。是啊，这所以说，当然你这一次这个高雄防灾，你可以把那个候车亭把它绑起来吗？那现在就是可以把红绿灯绑起来吗？还是把它拆下来？像我们现在高雄跟屏东哈，像树倒那么多啊，事实上这个是或者说电线杆要加支架。这个我们电线杆现在已经要求重要路段一定要地下化，而且这个地下化台电一直它不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我也跟他讲，这个对台电也是好事。好，很好。所以显然的，主委呢，您在这次风灾之后，陪同首长长官去看了之后呢，您也有得出一些结论，是不是？那请问目前行政院有任何的机制在检讨这次风灾公共设施受损的样态吗？我说的受损样态，很抱歉，我就从屏东到高雄，公园路树整个连根拔起。我们看到的树穴，我们外行人都觉得树穴好浅哦。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的品质不能要求？我们看到了很多外面的公共设施的街道家具，当时为了可能设计是为了追求现代感摩登，他用了很多的玻璃，但是我们知道可能让我们南部的乡亲第一次看到，哇，那南部盖进步跟台北同样都用金闪闪哦，晚上都有霓虹灯哦，盖水，但是好看呢不一定好用。不是说以前的人做错，而是说这样的一个损害，几乎我看到的甚至有整排的那个路灯的灯箱，不，路灯的开关箱，或者是说后车停的灯箱，都是同一个地方故障。那这是表示当时的设计不良，还是公共工程品质不佳，还是因为它并没有设计符合本地的气候？主委，你认为呢？这个谢谢钟委员哈，这一次我也特别检视了高雄力王的重大建设，包括主场馆、巨蛋，包括会展中心，包括市立总图啊，通通没有问题，好，也没有漏水的状况，好，所以基本上在公共工程其实它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刚刚钟委员提到这一些像街道家具，或者是刚刚叶委员提到的广告招牌，像很多这一种容易遇到风灾产生灾损的，这个应该要彻底改善。这个因为这个会让一个城市是不是一个韧性城市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说彻底改善，我还是要听到机制啊。那个叶委员要直截了当，我希望说明确的建立一个机制，比如说市招的部分，当然有法规嘛，但法规没办法落实，这我们知道。私人部门政府要去取缔、要去辅导、要去规范，这当然比较困难。但是公部门自己本身的公部门在发包的时候，我们这些风灾之后，我们赶快去抢修、去抢险。但是有没有同时有一组人去记录这些公共设施毁损的样态，作为我们日后改善的参考？我请教主委，有没有任何的机制，在我们抢救灾害的同时，将灾害的原貌给记录下来？我们严市长在这里，他很清楚，莫拉克我们就共识了。灾害很重要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付了这么昂贵的学费，我们下次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不然这些东西修理好了，你照原貌修理啊，电线杆倒了，照原貌再扶起来。下次来十七级风照倒不误，灯箱被吹破了，开关箱裸露了，下次你原貌复原，下次还是照样给你吹坏。对，有没有做记录？是，这个跟中委报告，其实在我们这个灾防应变中心，其实它等于都有记录了，因为它现在包括它记录的是损害的地点数量。对，但是它破坏的样貌有没有被记录下来？破坏样貌我们是做统计哈，事后统计。但是现场的话，它当然是从各个角度去做一些所谓灾。有没有人把它当作刑案现场去拍照啊？去看一下啊？譬如说，为什么这个树会倒？为什么都倒在这里啊？为什么电线杆拦腰折断都折在那里啊？这些都是属于工程专业的部分嘛？是是是，是不是？所以我想请主委呢，是不是请你这边在行政院里面建立一个机制？在风灾或天然灾发生之后，抢灾抢险固然重要，抢灾抢险付出代价之后，我们要汲取经验教训，能不能够建立一个资料库平台？未来我们各项公共工程的设计规范，应该汲取台湾本地的耐候性的方式去考量，有没有？对，谢谢钟委员，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很多一年两年一直重复在损害的东西，其实就不应该继续这样子做一些修复重建。所以你有打算建立这个机制平台吗？有有有，可以是不是？你答应嘛哈。我们现在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做检讨，包括台电的哈，包括很多地方。那说由您这边来统筹喽。我们现在会做积极。好，那希望说未来工程会也好，政委也好，您来建立一个机制平台，未来将灾损的状况、修复的情况建立起以后，重新发包设计规范上的改良，好不好？好，谢谢您，谢谢谢谢钟委。好，谢谢。接下来请林代华委员，林代华委员不在。现在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现在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现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现在请吴志阳委员不在。现在请徐永明委员不在。现在请吴思雅委员不在。现在请卢秀燕委员不在。现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现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在请邱志伟委员不在。现在请陈明文委员不在。现在请王惠美委员不在。现在请蒋乃新委员不在。
现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现在请蔡益瑜，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不在。现在请吕玉林委员，吕玉林委员，吕玉林委员不在。现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现在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现在请陈赖素梅，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现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现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那针对今天的会议做如下决定：第一，我们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尽速以书面答复。散会。啊，谢谢，请坐。认真哦，不错哦，还会找回台委员会的人，来台委不错哦。我不知道，你去吧。这个名字放在那里还可以，都可以。那个明天。